哎呦，咱亲爱观众朋友，仔点又过来了，欢迎收看咱的南巴夜夜秀南平时间。来哦，电话甲卡起来，按赞转刷，我叫把11133电话甲落落去。来安排这首《李白青春》。问爱情，问别离，问来问去问无依，求签问心来斗保庇，心爱的人在哪里？问姻缘，问过去，问来问去问自己，人讲有缘嘛，互相介意，爱来爱去才袂枉费。李白姑娘苦青春，阮的心情乱滚滚，谁人是阮如意的郎君？李白当呀当青春，会当到顶可缘分。望君爱过叹几阵，来谢谢，来我就把11133哦，谢谢你。来感谢我的亮姐，感谢我阿华，感谢我的秀琴姐啊，谢谢你哦。来感谢所有咱从高雄市时段啊，继续来跟咱收看，就是咱的11点的直播，感谢。问爱情，问别离，问来问去问无依，求签问心来当保庇，心爱的人在哪里？问姻缘，问过去，问来问去问自己，人讲有缘嘛互相介意，爱来爱去才袂枉费。李白姑娘苦青春，阮的心情乱滚滚，谁人是阮如意的郎君？李白当呀当青春，望君爱过叹几阵。李白姑娘苦青春，阮的心情乱滚滚，谁人是阮如意的郎君？李白当呀当青春，会当斗阵可缘分，望君爱过叹几阵。来，感谢我们的新月姐，感谢我们的秀芬姐啊，感谢我们的月华姐，感谢我们的亮亮姐，谢谢。来，感谢所有我们的大姐团，来给我们拍破啊，来给我们按赞，来给我们鼓励。好的，来这么继续哦，我们来给我们安排哦，这首呢就较精变啊，你吼，较精变的歌叫做《叫我女王》，来赶快呢按赞的转刷给吹落。人生的态度只有快乐无悲伤，叫我女王，唯一的女王。人人为初次要抓狂，叫我女王。咪咧哆咧咪，唱好家己欢喜，怨叹声嘻嘻，无聊的代志我要插你。来上镜空虚，有资金好袂记，心情放好开，所有的关心在你身边。天光闪时，管他地地叫你，清风水水，阴暗的气氛我带去，叫我女王，舞池中的女王。人生的态度只有快乐无悲伤，叫我女王，唯一的女王。人人为我痴迷了狂，叫我女王。来哦，小猪猪，刚刚那个金香姐讲过不来哦，谢谢你。
赶快按赞的转转，控六五九八一一三三，等我甲气落去哈。咱上惊空气，有资金好袂记，心情放好开，所有的关心伫你身边。灯光闪伫管搭底底牵你，清风水水，阴暗的气氛我怎去？耶，叫我女王，无敌中的女王。有快乐无悲伤，叫我女王，唯一的女王。人人为我痴迷掠狂，叫我女王，无敌中的女王。人生的态度只有快乐无悲伤，叫我女王，唯一的女王。人人为我痴迷掠狂，我是女王。来感谢我的秀英姐，感谢我的金香姐、心月姐，谢谢你哦！阿哥，我的小猪猪，来阿哥，我阿哥哈，我的彩芳姐，谢谢你。叫我女王，无敌中的女王，人生的态度只有快乐无悲伤。叫我女王，唯一的女王，人人为我痴迷掠狂。叫我女王。地中的女王，人生的态度只有快乐无悲伤。叫我女王，唯一的女王，人人为我痴迷掠狂，我是女王。来感谢阿娘，我的阿华的吼，抱我声的安尼甲吹落去。阿个我的心月姐，感谢我的我的亮姐，跟我的小猪猪，谢谢你。来，谢谢！来，全国乡亲时段，大家晚安，大家好哈！欢迎收看咱的南霸夜夜秀。来，赶快哦！每一天的十一点到一点呢，有着南平话来跟主持服务，非常的感谢你，谢谢你，吼！咱大家拢会当大赚钱。啊，当然呢，吼，在今仔日呢，四月十九号啊嘛，吼，明仔日的四月二十号啊，准备要来给咱抽大奖。啊，所以呢，大家该较打拼嘞，吼，较打拼，不是打错一六八而已哦。恁平常时啊，吼，若准讲上线，吼，若准讲给咱参加互动，吼，互动的单元，恁若准讲呢，一六八抽无少，抽无到的，吼，咱全部呢，拢该藏伫个咱这大摩彩箱内底，哦，大摩彩箱内底，啊，明仔载就准备要来给咱抽大奖。啊，究竟呢，奖落谁家还不知道嘛，因为要抽到较知影嘞，吼。来，赶快哦，今仔日有咱个新的单元，所以呢，邀请咧咱所有咱个好朋友，拢会当就线来给咱参与。嘿呀、啊，只要若参与的话，吼，咱都一六八可以抽。啊，这边冲三回来，导播老师请了。来，会当讲哦，咱只阿爸阿母啊，你吼平常时啊，本来呢。不是这样啦，咱有新的，好不？咱有新的，新的，新的，哟，我有新的哦，哈，新的，新的，好来，下当讲呢，咱的互动专线吼，你得卡卡呢，五九八六一一一，啊，那咱有互动专线，好，这是咱的互动专线，啊，当然咱有客服专线啦，吼，客服专线，咱的客服专线吼，你随时加哦，记开五九八零零二零的电话，我有传新的呢，新的，新的，嘿。有吗？有吧，哦，哎，但讲哦，咱家阿爸阿母啊，吼，今天有新的单元哦，吼，就是呢，咱的台湾话解解趣味，哦，台湾话解趣味哈，啊，所以吼，我那赶快呢，你若总讲来给咱上山的话，哦，上山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干嘛呢？我们就可以，哎，我有传呢，吼，啊，看怎啊无去，好的，明天再传哈，明天再传，哎，我记得我有传呢，有传哈，来我们新的哈，这就是呢咱新的单元哈，新的单元哈，台湾话解趣味。哦，阿会当讲咧，确定啊吼，要来甲咱进行咱新的单元吼。啊，当然呢，希望咱只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吼，拢会当来甲咱参与，吼，都可以给我们参与一下呢。啊，当然吼，诶，当讲咧，若准讲啊上线吼，来甲咱参与咱的互动。
哦、都有可以、都有机会呢抽我们的168抵用金啊，那这168抵用金呢、哦、非常非常的好用，可以说呢有真不是有新的有新的有新的哈、哦、来可以说呢我们有、哦、新闻单元可以分享，健康单元也可以分享啊，还有一个呢台湾话单元可以分享，只要呢起来、哦、只要呢、上线的话哦、来跟我们互动，我们就有机会抽呢168抵用金、哦、168抵用金、哦、非常的棒啊，当然呢这个抵用金、哦、可以累积一个月、哦、这个抵用金可以、累积一个月啊，当然呢你今天如果说是4月19号你就要在5月19号含当天吼，甲用啊完，吼啊当然啦吼，保存的期限吼，保留的期限就是呢一个月而已，一个月而已吼，安尼怎样吼？啊当然啦，你若逾期的等同失效嘛，吼你若无用吼，就等同失效。啊那日子过吼，保存的啊，咱这期限呐过的话吼，咱就是无效啊吼，迄张就是无效啊。吼啊所以呢，但讲呢，累积越多吼，咱会当抵扣的金额越多。好、哦、啊，当然啦，吼，咱的公司的任何商品呐、啊，吼，任何的产品都可以做使用，好、哦，都可以做使用，都可以抵扣，吼、哦，无论讲呢，今仔介绍的也好，吼、哦，还是讲呢，哦，食的好，吼、哦，还是呢，抹的好，还是讲打的好，还是咱的营养，咱的营养食品，啊，够呢，保健食品，吼、哦，都可以做抵扣，吼、哦，都可以做抵扣。你看我真侪妈妈呢，吼，手中都握有好多张，吼、哦。抵用券，好，抵用券都可以，随时都来做抵扣。啊，当然啦，吼，嘛，直接来跟做好友，就是讲呢，真侪咱妈妈真巧，吼，真会晓呢运用着168抵用券，哦，都呢非常的厉害。伊拢讲吼，啊，我都着遮侪啊，有无吼？我着用挂，吼，啊，老挂，用挂，老挂。安尼吼，对对对，就是这张吼。来，每天上线的互动，我们就抽168哦。啊，新闻互动，咱就当抽168。啊，健康的互动，咱买当抽168。台语吼，咱的单元买当互动抽168。哦，啊，当然当累积来给咱合并使用。吼、哦，就是讲呢，你今仔钓一张，明仔再钓两张，啊，你就两张啊嘛，吼、哦。吼、哦，啊，当然会当讲呢，做伙合并做使用，吼、哦。啊，保留的期限只有一个月哦，吼、哦，这一个月来，吼、哦，你都会当随时来赶做运用。啊，当然不限任何商品均可以抵扣，吼、哦，拢会当做抵扣。啊，当然啦，时间若过。哦，咱迄张就无效期啊，吼，就无效期啊，吼啊，所以呢，总共有三个单元，吼，可以让大家呢抽168。啊，当然你上山的机会吼，那总共呢愈多，吼啊，咱抽到168吼抵用券吼，恁的机会就增加嘛，吼，就会增加，吼，就会增加。啊，当然若无得的吼，恁就是留在明天，吼，20号。20号，吼、哦，要来给咱抽大奖，吼、哦，要来给咱抽大奖。啊，直接先来给咱做报告。啊，头先吼，咱的导播老师有哦显示呢，咱的台湾话介趣味啦，吼、哦。啊，万只吼，咱大家看到这题目，这题目呐，先吼恁看到吼，就先破梗一样。哦，啊，所以真趣味，真趣味。我感觉吼，台语是蛮底深刻。哦，你卖讲啥吼，一个香，一个香啊。吼、哦，人讲咧烧香，迄个香有无吼、哦、香，就会当咧读三字有无？吼、哦，夜香拜拜，去香港佚佗有无？吼、哦，会当讲咧，啊，阮阿妈也叫做阿胖啊，吼、哦，迄字念会当个念做胖，对唔对啊？你吼，啊，所以呢，我感觉咧台语吼拢真咧真新潮，吼、哦，所以呢，当讲咧敢提出咧这个新的单元跟大家做互动。啊，当然哦，今仔日安尼吼，大家若看到咧68的节目啊，你吼真的不要错过，走过经过就是不要错过。这当讲咧，伫各大电视台还没有出现过，吼、哦，还没有出现过。啊，所以吼、哦，大家若看到安尼吼，你蛮惊到哦，就是这么厉害啊，就是这么的厉害。哦，已经咧有真侪咱的大姐拢打电话来恁问啊，讲哦，到底这是呢，为什么这么啊神奇？所以呢，确定啊，就要来甲咱做介绍，吼，确定啊，就要甲咱做介绍。但是你脚手爱咩啊？吼，你脚手爱咩啊？吼，手手吼，你真正就抢无？吼，啊，直接来甲咱做一个报告。好，来，啊，今摆吼，咱就开始吼，要来甲咱报新闻啊！吼，来吼，两条歌了吼，咱的哦，虽然呢有真侪咱阿爸母啊，然后做其他咱唱歌对唔对啊？然后，唔过呢？咱就是唱两条就好啊啦，吼，莫唱伤侪，唱一个伤侪安尼吼，惊恁赞无三个调。
大啥会啊？拄仔都袂当家己臭屁一个呢。来，好啦，时间行到这吼，深夜十一点，阿平阿要来讲新闻。来，第一站新闻吼，会当讲咧震惊，会当讲国际社会啦，吼，这会当讲咧新变种的咱这进前是呢迄落咱的吼新冠状肺炎嘛，对无吼？啊，即摆吼已经搁变种啊哦，吼已经变种啊，即几工啊已经拢变种啊吼。印度新的一波的人讲咧疫情，吼啊，即个变异株啦，吼即个变异株安尼出现着新的症状，就是咧眼角膜发炎呐。哦啊，当然咧，自从吼人讲咧即个边境开放了后，真侪人拢咧渐渐咧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形态。但是即个新冠状肺炎安尼吼，竟然还未完全消失咧。吼、哦、啊，近期咧，咱世界卫生组织咱的 WHO 有来甲咱检测到，伫个印度有发现到咧新的病毒株，吼、哦、病毒株吼，吼 Omicron。新的吼、哦，啊，当然会当讲呢，为什么呢？这道呢，受到呢外界这么啊关注啦，吼、哦，这么啊注意安尼吼，上主要是呢，伊伫个印度呢是快速哦，伊是速度非常的紧的传染，啊，头一遍去用发现的时阵是呢，2023年1月。吼、哦，啊到呢二月下旬的时阵，安尼吼，咱的新变种的病毒株，吼、哦，是占全球病例的0.21%。哦，啊，一个月了，快速呢上升，竟然变成了3.96%，所以传染的速度非常的紧啊。即马统计吼，全球哦吼，至少有29个国家吼、哦、已经侦测到呢这种新的病毒，哦，这个新的病毒，哦啊，这已经呢在咱这个即、这个、印度已经快速的流行啊。哦啊，所以呢，虽然吼、哦，各国啦吼，拢咧开放着，讲咧唔免戴口罩，包括咱咧，包括咧咱台湾嘛是啊吼，拢脱口罩啊嘛吼，差不多拢已经脱了了啊咧。但是咧，哦，即摆我是期待讲咧，也是呼吁大家吼，紧咧口罩搁甲穿起来吼，搁甲穿起来。啊，来咱来看这则新闻，咱的国际新闻，这是国际新闻哦吼，来甲咱看一个哦，来注意一个。台湾今天开始松绑了大众运输的口罩令，但很奇怪，在印度这边反而是又重启了口罩令，是为什么呢？交给清华。好的，蔡恩观众朋友，没有错，现在在印度疫情正在升温，原因就是因为新的变种病毒传播力太厉害。这款变种病毒呢叫做 Arcturus， 它目前正在印度肆虐，导致确诊数飙升，所以现在他们要考虑重启口罩令了。而这个病毒呢是1月下旬出现在印度，目前已经在22个国家，像是美国、英国、澳洲还有新加坡都出现了。传染力呢是 Omicron 的 1.2 倍以上，而且它临床上面症状比较特别，会出现腹泻、发烧，甚至还会出现结膜炎。虽然目前专家认为它导致重症的几率不高，但是病毒的变化千变万化，所以世界卫生组织还在密切的观察当中。而目前呢，印度的疫情到底有多不乐观，导致他们要重新寄出口罩令呢？我们看到4月13号到16号连续4天确诊数破万人，而治疗当中的确诊者有57542。印度的官员就说，如果这确诊数在未来10到12天，恐怕都还是会再上升的，因为这新的变种病毒的传播力太厉害了，而医院还有病床的需求面都会可能面临到压力，所以他们要求印度当地要恢复生产疫苗，推出口罩令，而且医院呢要举行大量病患进入医院的相关演习了。哦，你也看安尼吼，新的病毒搁开始呀哦吼，啊，所以阿爸阿母啊，安尼吼，虽然吼咱即马呢，台湾是还袂受到这个新的病毒株的人讲的传染，但是你哪会知影讲呢，什么时阵会传染入来？唔知呀，啊，伊的速度呢，搁比正常的奥密克戎搁较紧，所以呢，我拢建议讲哦，虽然即马吼口罩已经呢，拢差不多呢，人讲已经全部吼拢唔免挂口罩啊，但是呢，我希望讲哦，咱只阿爸阿母啊，安尼吼。诶，当讲吼出门也是口罩挂咧啦，吼，卖脱口罩啦，嘿，口罩嘛是挂咧，安尼吼较安全。
哦，安尼较安全啦吼。来啊，这是第一件吼，咱的国际新闻吼，报告咱大家知影。好来，啊，即卖第二件新闻咯吼，这会当讲呢，不应该啦，吼，不应该啊，然后这会当讲这个新闻差了足大阵，吼，恁家阿爸母，你着最近你若看新闻吼，这阵会当讲呢差了够大阵，这会当讲呢，本讲吼，这个机构啦吼，咧辅导一寡人讲呢，行为较偏差的有吼，一寡少年呢，但是呢，伊去用指控哦，既然呢设置呢一个叫做呢禁闭室，吼，啊个呢压压制着着呢咱这学员。啊，远方哦，讲哦，伊吼足冤枉的啦，吼，伊真正有够冤枉，伊去用指控，伊感觉足冤枉的，哦，啊，这伫高雄吼，一间真有名，吼，真有名吼，唯一的一间，吼，就是咧高雄吼安置少年的关怀学院。啊吼，最近吼，迄个种的员工，搁种的园生，啥物叫做园生？就是呢，哦，捌伫遮吼受到呢，人讲关怀一关的偏差的少年，吼。甲投诉，吼，内底呢竟然有迄个禁闭室，只要呢原生呐，吼，就是这恒星，吼，就是伫遮吼，受纠正的一寡偏差的少年呢，只要伊呐犯错，就去用关伫个禁闭室内底，吼，有无？叫关伫个遮，有无？一个囡仔无倒伫个遮困，啊，无甲厝衫，无床啊，无啥货，就倒倒个涂骹的瓷砖咧困安尼吼，甚至于哦，这个机构是咧创啥货？是咧做人讲烘焙。吼，着饼啦、胖啦，吼，啊，甚至于呢，伊会当讲呢，伊就是生产者，啊，有真侪吼，机关团体，吼，会去啊盯啊，因为做爱心嘛，吼，做爱心，啊，所以呢，伊会当讲吼，人也甲盯吼，譬如说呢，一寡呢，人讲哦，这社会机构，就是呢，市政府啦，吼，咧办活动啦，需要着烘焙物件啦，吼，饼啦，啥物货啦，胖啦，吼，伊就有咧做，吼，伊就讲呢，哦，即囡仔有一个机会。哦啊、所以呢，甚至呢，人讲呢，伊咧烘的食品，哦，佮用过期的食材，哦，佮用过期的食材呢，啊，佮呢过期的商品哦，吼、哦，佮改票啊呢，重复佮卖出去哈、啊，啊，你看这外食力就好啊，哦，啊，结果呢，哦，代志去用拼出来了，吼、哦，伊内底主人就安尼出面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安尼哦，伊就反驳，伊讲呢，这哦无实的呢，无实的指控呐、啊。哦，爱当讲呢，人讲投诉了后呢，一寡社会局的啦、卫生局的就来查啦，吼、哦。会当讲伊真正发现讲呢，哦，伊烘焙，伊咧呢含胖的，吼、哦、一寡食材、一寡原料，吼、哦，拢过期去啊，拢已经过期啊。哦，啊，会当讲呢，针对这个部分吼、哦，已经甲开发啦。吼、哦，啊嘛要求讲这园区内底吼，这个作业区间吼，哎呀变哦足清气的安尼吼，啊无呢讲一句较歹，你摕过期的物件来卖咱这消费者嘛不应该啦吼、哦。啊，所以吼、哦，咱来看这阵新闻咯吼，会当讲我是感觉啊吼，咱大家先看，啊咱再来做讨论安尼吼。啊，这个房间除了书桌、柜子以及上下部，竟然还装了监视器。这是高雄凤山一处辅导少年的安置机构、哦，如今却被学员踢爆。除了对他们24小时监控，甚至还设置恐怖的 VIP 禁闭室。对话记录显示，只要学员不乖，园方就会让他们进到 VIP 调整作息一周。但学员抱怨，根本就跟禁闭室没有两样。只要他们有不顺他们的意，或者是觉得说他们需要调整作息还是什么的，就会直接把他们关进去。因为那个是厕所改建的，里面除了通风不良以外，环境还有那个气味闻起来也很不 OK。另外，安置机构附设的烘焙坊，过年过节还会接受许多单位订购的义卖商品，但也被学员踢爆一次使用过期原物料，而且还让小狗到处跑来跑去，甚至为了赶工还逼迫学员超时工作，导致其中一名学员因此切到手指。完全没有顾环境卫生的一个问题，甚至有那个过期的食材或是掉在地上的东西捡起来烤一烤。没有把订单做完就是要加班，然后加班没有付加班费。这间安置机构除了是高雄地区唯一受到法院委托来安置辅导少年，高雄市社会局也长期协助媒合引进许多企业资源的挹注，如今却传出内部有多项缺失，也让园方赶紧出面澄清。拿喝过的东西
直接往下扔，或者是拿石头丢路人。我们有跟孩子讲，就是说那可能要麻烦他先暂时住在里面。今天早上我们也有改标签，因为餐盒的保存期限是3天，可是孩子打成30天。园方强调，学员有攻击性，不得已才会严密监控。小狗乱跑，则是怀疑遭到陷害。但是否真有疏失，恐怕得由社会局及卫生局进一步来调查厘清。来，哎，但讲呢，针对这件代志，其实有图有证据嘛，吼。好，我讲安尼咁对。啊，既然你的招牌叫做呢关怀学员，唔是应该就是爱关怀一寡呢，人讲呢行为较偏差的少年，还是较弱势少年吗？啊，甚至于呢，你佫有咧领呢，人讲呢，哦，佫有咧呢，哦，领呢政府的一寡呢单位的补助。啊，不过即马互查到，就是你真正是用迄个过期的，哦，人讲即个原物料咧做物件，我讲安尼干对，咧欺骗着呢，人讲即个消费者，哦，啊，我相信呢，即当冰山一角尔尔啦，吼，啊，所以呢，我感觉讲呢，咱遮个政府单位啊，你吼，敢是呢，哦，爱定期呢检查一寡呢，人讲呢社会的机构，你看像进前几落当前有无？吼，伫个台南，吼，人讲咧，咱一寡咧，伫个咧，迄落安南医院的边啊，迄间有无吼？专门咧教咧，人讲聋哑小孩的有无？内底蹦出啥物货有无？大家闹迄落基地，吼，你敢是安尼？人讲咧，政府敢是爱定期去抽查这些单位啊？吼，这唔该是正港，唔该是咧，唔是地标，吼，人讲正港爱地本啊。吼、哦，互咱的囡仔会当得到保护，吼、哦，啊，互咱的一寡呢，人讲呢，社会会当得到关怀，啊，毋是安尼吗？哦，啊，所以呢，会当讲呢，无要紧，哦，啊，这着互咱的社会局，吼、哦，去查。啊，其实呢，社会局毋是讲我咧讲安尼吼，其实有足多吼，我有去呢，做这种工作类似啦，吼，我有去做这种工作，我有当时安尼去找社会局，为什么要找社会局？因为有一寡呢，哦，阮厝边也好啦，吼，还是讲呢，我熟悉朋友也好，我去找伊个社会局。通常我去找社会局的时候，因的回答拢是呢模棱两可。什么叫做模棱两可？吼，就是呢有哪无的。吼、哦，有哪无担心，逐天都是坐大遐。啊，你唔是照你讲，你的工课唔是爱去呢找遮个，人讲呢，遮个机构吗？吼、哦，去甲巡巡看看的吗？唔是拢坐伫个办公室找恁去呀？吼、哦，我讲安尼敢对？吼、哦，啊，这新闻呢，我所看到的呀。吼、哦，这我所看到，啊，这我妈妈曾经呢，捌甲阮隔壁有无吼、哦，去找社会局啊，我妈捌找过啊。结果因是三一问三不知啊，叫我去找上啊，哭一脸顿顿来嘛是呢，有哪无的，吼、哦，嘛是无得到帮助啊，吼、哦，是不是？好，后来吼、哦，啊，这都不管他啦，吼、哦，啊，这都吼呢，人讲呢，若真正讲呢，有发生这个代志，就是呢，严办呐，吼、哦，严办就对啊，吼、哦。好来，啊，今麦吼，咱的第三则新闻咯、哦，吼、哦，会当讲呢，真危险，真危险，阿娘话啊，人讲呢，三贴就算啦，吼、哦，这个老母真正用。母亲节要到啊，你吼，咱得爱个来个包养一下。我讲真，今即马吼，政府拢咧呼吁讲咧，囡仔得生较济，有无？哦，咱的生育率呢是呢吊车尾呢，全世界吊车尾呢。啊，不过即马呢生济嘛是老啦，吼、哦，你敢知影？因为足危险的啦，我讲真正足危险的，机车吼、哦、面顶呢。会当讲呢，囡仔无代无钱吼，生遮济个，你知无？嘿，对啦。啊，当吼可能是住伫个海边啊，啊无就是住伫个铁基路边有无？啊，暗时啊无啥物代志，人啊做安尼吼，一个人出一项营营，就罔变人，啊，就哈的就有啊，你哈，真正你吼一生生四公啦。那讲呢，头前赚两个有无？有无？你注意甲看，头前赚两个哦，一个阁是红个啊哦，阁咧抱个哦吼，抱个安尼吼，啊，然后后壁赚两个吼，两个吼，这两个吼较大汉啦，有无？吼、嗯哦，啊结果呢，打一个吼，咱讲咧，照你讲，以法令来讲是全部拢爱戴安全帽，吼、哦，全部拢爱戴安全帽，啊，毋过呢，打一个戴安全帽，吼、哦，啊头前个两个一个阁矮啊嘛。啊，一个呢，差不多呢，搁咧行吼，可能当咧学行呢吼。啊，后壁搁一个十步囡仔，吼啊，结果呢，车咧启动的时阵，这是人看到啊咧讲啊吼。车咧启动的时阵吼，啊，迄、那个这个有无？这个囡仔，这个后壁这个吼，什么叫倒向海？你敢怎样？吼，做危险的，做危险的。哦，啊，这个当讲呢吼，昨吼我那差了足
大站的，伫个高雄吼高山区，吼高山区吼，啊是会当讲呢，你若讲论斤讲要罚啦吼，即、這个妈妈吼爱叫罚呢1100元的，人讲来罚款。啊，咱来看即站吼，伟大的老母，你也看卖呀，好，真正呢，母亲节要到啊呢吼，迄翁仔对因无较好诶，真正辛苦呢，真正辛苦吼，咱看一下哦吼。机车一次载了4个小孩，吹油门起步，最后面的小男孩差点就抓不稳。小手赶快往前紧抓妇人的衣服，这惊险的一幕正好被捕捉下来。比较危险呐、啊，对小朋友也不好，对社会大众也不好，不好的模范。危险的五贴骑车在高雄左营明华南平路口，妇人前座塞两个婴儿坐在推车里，头和手都挂在外面，小女孩被包夹，没戴安全帽，被压在中间的小女孩安全帽快掉了，在最后面的小男孩紧抓握把，转弯的时候还差点跌下去。妇人违规超载依法开罚，最高600元，没戴安全帽500元。但不管几个人违规，才一车一罚，妇人最高挨罚1100。都是属于同一个行为，不论几人未戴安全帽，或是超载几人，都是属于同一个违规，仅违反一个法律行为。画掉几三贴。孩子没戴安全帽，站在脚踏板，下课时间到校园附近值急，的确可以看到许多家长接送小孩上下课，贪图方便，后面再一个，前面站一个，三贴是家常便饭。孩子甚至都没有戴安全帽。如果你有5个小孩，你要怎么处理？你开车啊，如果没车就坐大众运输啊。是很危险没有错，但是他没有汽车，你他真的要出门，你让他怎么办？虽然违规罚还的金额并不高，但是为了孩子的安全起见，还是得选择其他方式再送比较妥当。哦，对啦，吼，啊，你若生一个属实人，嘿啊，嘿啊，啊，这嘛是路呢，对无？啊，这嘛是细汉呢，会当钱呢，啊，你若大汉免哪钱啊？啊，嘛叫边啊一个怎啊落落的？哦，对唔对？吼，啊，当然啦，吼，虽然吼罚款的吼，人讲呢罚违规的罚款吼无悬，但是呢为着囡仔的安全呐，人讲正经的吼，其实安尼贴实在做危险的。吼，你只要莫发生意外，你只要若发生意外，话头前这两个哈，我咧讲这两个吼，会像安尼人讲呢夹心饼干，为什么吼一定呢规定讲囡仔袂使呢徛伫个脚踏板架，因为危险，因为咱若咧去动的时阵有无吼，囡仔人讲呢这個速度会往前倾呐。哦，啊，重力加速度吼，其实头前即个足吃力，吼、哦、啊，所以一直呢，一再讲呢规定，讲这囡仔吼袂使徛伫个脚踏板遐。其实呢，囡仔徛伫个脚踏板遐是违规的哈，违规的，迄个那叫法咯、哦。你只要若叫呢，人讲呢，警察看到伊同款会当甲你炸落来。吼、哦、啊，所以呢，咱若要载孙呐，吼，也是讲呢，要载囝呢，吼，尽量啦。你若着生济，无着分配嘛，吼、哦，只要分配啊，啊，无着是翁婿呢，较两个翁仔某呢，着公家载安尼嘛，吼、哦，做伙载安尼，吼、哦，分配载安尼较安全啦。啊，无你若做讲呢发生意外，吼、哦，真正着无采工咧生啊啦，吼、哦，无采工你安尼为国家呢，吼、哦，拼遮济个。真的啊，即马要生到死的，是要对找的。真正即马若有甲你补一两个啊，加加甲你补一个，啊无个加加补两个啊，安尼念念，对不对？吼、哦，要甲你生到遮济，也算无简单啦、啊。吼、哦，要为国家安尼吼做偌济工课，你敢知影？有啦，即马生育率吼就真正吊车尾吼，所以要甲这妈妈拍抱啊。啊，毋过袂使安尼载哈，吼袂使安尼载，生到死戆的，你无简单。即马即个社会生到死戆。你敢知偌歹请啊？你敢知影吼？吼、哦，迄教育费着爱开偌侪钱啊？好来，啊来吼，咱来看呢，咱即个吼第五站、第四站新闻啦吼，莫乌白乱弹粪扫哈。嘿，真正有影，你茫想讲咧，你乱弹粪扫安尼吼，无人看会着啊吼。人讲咧，你咧做吼，天咧看，啊，准做天啦，无咧看，佮录影带。哦，安尼怎样吼？即马吼，这是呢新北啊吼，上新呢，上新呢，就是安那，就是呢，甲你设点，吼、哦，伊会当讲呢，派出呢清洁大队，吼、哦，24小时轮值，吼、哦，就是蹲点要甲你抓哈，要甲你抓，要甲你抓呢吼、哦。啊，所以呢，这有抓到啊吼，伫个呢，人讲呢，偷倒粪扫吼，差不多拢是咧偷诈嘛，因为偷倒粪扫呢，人讲的。哦，见笑就死啊！你吼，拢嘛偷偷来有无吼？透早4点哦，结果呢乱断粪扫叫抓到。哦，这是新北市的环保局，吼、哦，会当讲呢，伫个呢
乌白淡粉色的，人讲一寡热点。吼、哦，你譬如讲菜市啊，吼，足侪人去牵的，有无？吼、哦，会当讲呢有真侪哦。即卖呢，咱的新北市的环保局，伊就呢派出引导的吼队员，24小时轮值，就是呢蹲伫遐吼，要甲你抓。吼、哦，啊，只要呢当场啦抓到，就会当开单啊哈，因的即款哦。哦，即卖是呢，咱的清洁人员吼，会当直接哦，伊若抓到你淡粪扫吼，直接会当甲你开单哈，直接会当甲你开单。啊，当然呢，你若抓到吼，罚单是以累计计算。吼、哦，啊，所以呢，其实哦，遮的稽查人员吼，嘛是真辛苦啦，因家己拢有勤务伫个啦。吼、哦，啊，佫爱呢，人讲呢，无暝无日吼，就是呢轮班家己要抓恁遮。吼、哦，要掠恁遮无公德心诶，所以吼、哦，即摆新北市诶好朋友注意来哈，24小时是咧盯着你看哦。啊，来，咱来看咧即个新闻哦，吼、哦，嘿，所以你若要乱断粪扫吼，真正爱说你说你，我那罚了无轻呐，3600块诶哦，吼、哦，来，咱来看卖啊。哦，阿妈准。我报上来。好。我环保诶，来正常体态。垃圾一落地，对面稽查人员刚好全程目击，完整收证，马上开出3600块罚单。还有人刻意骑车到市场，把垃圾丢到摊贩下面，用脚踢进去，但背后的监视器都拍得一清二楚，躲都躲不掉。不要以为垃圾可以随便乱丢，因为新北地区随时都有稽查人员在特别脏乱地区不分昼夜排班巡逻。抽烟的时候不要随地乱丢烟蒂啦，吼，地上烟蒂很多，吼。对对对，新北24个清洁队手中都有一份垃圾热区名单，定期编列勤务，派人24小时不定时的巡逻。通常一组稽查人员一天之内就要跑好几个定点，哇，就是要巡那个地面。加强嘞。主要被列为热区的地方，多半都是老旧公寓或社区街角、高架桥下的马路边、民众清运大型的垃圾定点，或者是市场内。而路边常见的就是瓶罐饮料或者抽完的烟蒂到处都扔，让清洁队员伤透脑筋。除了人员取缔开单，热区也会架设监视器辅助。第一个是被乱丢垃圾好几次了，第二个是他是以行人行走丢垃圾的方式为主，没有办法透过科技执法方式来辨识行为人，那么就会搭配人员的方式进行埋伏。但这种人为巡逻只能碰运气，看能不能抓到现行犯。稽查人员都有自己的公务，却得因为部分民众缺乏公德心，白天黑夜轮班巡守。只希望民众多点公德心，垃圾不落地，因为被抓到可是要累计开罚，也好减轻清洁人员的负担。对啦吼，会当讲吼，因为咱真辛苦呢吼，无眠无日吼，就是要掠吼淡粪扫的，你敢知影？哦啊，所以吼，大家较好心的啦吼。那讲呢，即卖已经呢讲呢，垃圾不落地啊吼，垃圾不落地啊，无闲啦嘞。哦，要咱那清洁队员有无吼？咱环保局的吼，咱家大哥大姐啊吼，安喏安尼吼，那讲呢246啊，不就是135有无吼？安尼街啊路安尼。安尼，甲恁收粪扫，吼，收粪扫啊！当然哦，大家分类工作要做好，吼，分类工作要做好，安尼哦，莫呢无分类的，啊，就往里面丢，吼，啊，这嘛唔好，吼，啊，伫只吼来甲咱做一个报告，哈，好来，啊，即马吼，咱就要开始吼，要来甲咱做互动啊，你吼，来哦，互动，啊，我汤啊哩，来诶，互动吼，啊，今仔日的互动就是啥物货？其实足简单吼，咱即个婆婆妈妈吼，其实都足了解诶。哦，其实吼，即马拄啊吼，人讲往内底大出有无？吼啊，往内足甜诶，吼啊嘛咧，人讲咧食有够济，啊咧食往内阁袂歹吼，人讲咧来哦，买往内哦，买往内，不买往内，吼啊伊都阁会当来促进消化有无？吼，促进消化，袂少人食爱食，包括我。但是呢，食食着安那嘴个吼，拢来来挂挂，啊，毋知是安怎？啊，这是因为呢，讲呢，人讲即个吼，往来内底有些往来加速啦，吼，所以会当分解掉呢。人讲呢，即口腔内底黏膜的蛋白质，所以你会感觉讲呢，你若咧食迄个往来的时阵，吼，这字呢感觉安尼吼，拢会擦擦。哦，啊，不过呢，你若只要呢透过几个小撇步，就会当避免这的情形哈。来哦，食往来呢抹什么物件，就袂挂，人讲吼你的字安尼吼来来挂挂。第一，就是盐巴啦，第二，
就是汤椒茶三不用抹。来哦，即卖的上线互动，咱就要抽168抵用金。啊，开奖的时阵闹得奖，安尼吼，咱来回拨转来。啊，若无得奖呢，每一个呢，初五二十，咱就要抽大奖，安尼吼。其实应该大家拢知影较对，安尼吼，这足简单的。喂，你好。喂，黄姐。第一名呐。啊。这样呐。我只昆凌呀，我第一名呐、啊。你第一名，你第一名吼，我赞嘞，你 number one 嘞。好诶，啊。嘿，啊，食往来抹啥物？往来用盐呐、啊。盐么？嗯啊。较厉害呀、啊，吼。我拢吃安尼夹夹，安尼怪怪啊。哦啊，盐，你若抹盐，着较袂夹夹即个嘴。脆脂啦，吼，好好好，安尼甲你写起来哈，好，谢谢您，谢谢感恩，好来，哎呦，阮这个阿姐吼，头一道上线嘞，咱的青菊大姐，抹盐哦，吼，切迄落青菊姐啊，吼，这是盐啦，盐啦吼，退火啊，伊都较袂挂，伊较袂挂吼。看卖啦，看会着袂，我毋知啦。哦，啊，所以你的第一个，第一个感觉。糖仔无第一个，就糖仔咧，了这两项尔。糖是感觉较好食啦，盐是消毒啊。安尼哦。消炎啦嘿。啊，迄落食往来有人咧用糖的哦。呵，落去教。哦，来教哦，对，会当教往来接你啊。会当教几项啊？哦，好，谢谢阮的青菊大姐哦，吼，谢谢你安尼吼，感恩你安尼吼。来啊，有闲较接来的嘿。哇，你好，今年个，喂，你好来。Hello。Hello， 阮的小英姐。嘿，那你晚上好。嘿，晚上好。告诉你，我买那个凤梨哈。嘿。那我拢买顿来家己食啦。哦，你拢买顿来家己食。天下边个拢甲拢创了四周，还去说一下，啊，中央心我转着去看一块地，光剁几啊十地。哦，啊，所以你拢食往来抹什么货，较袂挂喙齿。我说我转，我甲伊说一下吼，啊，着洗冷滚水。哦，洗冷滚水呢？迄着人切好个，我会去洗冷滚水，甲洗一遍过，袂使用自来水哦。好。安尼冷滚水滚过，冷滚水。啊，较袂挂喙齿啦，吼。啊，搁锁盐一个安尼。哦，搁锁盐啦，吼。先滚水洗过，啊，搁锁盐。哦，好。泡台唔知卫生无啊？哦，对。我变过，啊，再抹盐过安尼。好，谢谢你。好，谢谢，讲得非常的好，谢谢，感恩你哦，哈。喂，你又来，我的慧儿姐。那盐啦，啊，唔过我来，我咧上爱温的梅仔粉。哦，你拢抹我迄落咯。盐巴梅仔粉来使。哦，安尼就较袂。对，抹梅仔粉安尼吃较袂较加。哦，较袂较加啦，吼。梅仔粉是较好食。哦，对。好，安尼甲你写起来哦，吼。好，大家，我今仔日安尼吼，足侪人卡。喂，你好，阿华，你顶个阿华。喂，你好，来，阮俊哥哥。盐巴，拿那个盐巴。你讲啥？蓝色盐巴呢？来，我给你写起来哈。来，阮俊哥哥，谢谢你哦。来，谢，来好。来，阮阿华哦。哎。来，阿华。盐啦，用盐啦。爱冲盐呢。哎啦。爱冲迄个盐就对啦，吼。甲俊哥哥讲。你不要挂。哦，啊，所以大家拢冲盐就对啦。对啊。啊，用盐袂安尼咸笃笃尔。啊，咱做个一点嘛，落啊，要创啊，做要创。哦，做一点啦。一点嘛，落啊。哦，一点点嘛，就好啊，你哈。下节来做迄落豆豉落去炒嘛，袂歹呢。安尼哦。落炒嘛袂歹食呢。有，啊，你若冲烧。来做啊，大出会使会补啊。哦，啊，你若冲烧盐嘞。你袂来一点嘛，就念啦。哦，是安尼哦。念啦。好，甲你写起来哈，好，我拿哈。好，谢谢，来。喂，你好，来，阮的大园区，咱的秀凤姐啊，来。好。嘿。我来，我是讲要要的有哦。嘿，这样。盐巴啦。盐巴哦。要泡水啦。哦，泡水吼。泡水有没有？哦，有。有没有泡水？再把凤梨。嘿，再用凤梨啦，吼。对。好，谢谢咱的秀凤姐哦，哈。问一下哈。嘿。你现在还有在卖那个？哦，你等我一下。桂皮卵。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哦，哈。那个，帮我接一下，帮我接一下九线哦，哈，帮我接一下九线。嘿，九线，谢谢九线。
哎，帮我接一下九线哦，谢谢。嘿，好，谢谢。喂，你好 ，Hello。哎、啊、哎、欸欸，来哦，我的玉梅姐，你真久无来啊哈！哦，唔是啦，卡未，有咧看。哦哦哦哦哦，爱卡。好来，爱抹啥？嗯，爱抹哪货？盐啦。盐腻啦，吼，吼好。盐较调味。安尼吼，好好，安尼甲你写起来哈。好啦好啦。好，谢谢啊，你吼，来今仔日啊来，我的玉珍姐。喂。哟，玉珍姐。我蓝萍，你今天很漂亮哎。哪有？对，穿得很漂亮，而且、头发也是梳得很漂亮。哦，谢谢，我的玉珍姐。哈平常你哪呢？啊，平常是爱做卖女。你真的很漂亮。那谢谢。那还哎，哎，但讲呢，吃凤梨要抹上什么，较袂挂嘴筋？盐巴、啊。盐巴哦，啊，恁看。都可以啊。哦，恁看打面搞啊。大家看拢真搞啊，好，安尼甲你写起来哈。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感恩啊，你吼。好来，感谢啦吼。哦，来吼，来跟在最接最后一通来，我的苏龙姐。一号的吼，是安那爱抹盐巴啦。我也知，我听人讲的。听人讲的呢。啊，抹盐巴佫较甜，佫较好食。哦，用盐巴较甜较好食。诶，抹盐巴用来加较甜安尼。哦，好，啊，咱那俊哥哥讲呢，什么呀？什么？伊讲什么？抹盐巴啦，是哦。好，啊盐嘛吼，大家拢讲盐吼。盐啦。好，好，好，谢谢咱的素蓉姐啦吼，谢谢。来感恩哦吼，啊，咱都无食吧啦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后壁阁有单元吼，后壁阁有单元，啊，你若伫咧吼，迄个台湾的介厝边吼，咱就呢生袂到啊，吼，咱就生袂到啊。啊，当然哦，后壁阁有单元哈。好，来，咱即摆来公布。答案噔噔噔噔，对啦，盐啦吼，对，嘿呀，较早拢讲爱烧一个盐的，有无吼？人讲来卖往来哦，卖往来哦，内底倒便便哦，甲你烧免钱啊，不是啊，甲你烧一种的甘草粉免钱啦吼。啊，这呢，咱讲往来就是呢，咱关庙。哦，上界有名的水果哈，哎、啊，当讲甲阮支持一下，甲阮支持一下。后来啊，时间行到这，啊不，咱搁看一下吼，到底吼，咱这往来啦吼，这个往来呢，往来吼，到底为什么爱烧盐么吼？来，咱呢有着呢，这化学老师甲恁讲一下哈。一刀刀削掉果皮，露出金黄色的果肉，正值凤梨的盛产期，现在吃尽丢席，但有部分民众却不敢吃，因为每次吃完都觉得舌头痛痛的，好像被凤梨割到一样。对，其实是里面的凤梨酵素在作怪。因为蛋白质是一种聚合物，它是由氨基酸聚合而成的，凤梨里面就是含有这种可以分解蛋白质的物质。那你今天舌头表面或是嘴唇里面都含有蛋白质，这种凤梨酵素其实就是蛋白质分解酶、哦、吃下凤梨后，口腔黏膜里面的蛋白质被凤梨酵素分解，就会让人感觉舌头刺刺的。想要避免这种状况，除了可以吃凤梨前抹盐巴或是加热凤梨降低里面的酵素活性，也可以尽量避开靠近皮的果肉，另外刀子、砧板、凤梨都不要碰到水、哦、才不会让凤梨咬舌头。因为水里面有很多的杂质，尤其是你的自来水之类的、哦、酵素有一点那种像是一把钥匙把它打开，它会开始跑出来的感觉、哦、更加的快速去破坏蛋白质。就连专业的水果店也都会避免削皮时水果刀沾到水影响凤梨的口感。吃凤梨小撇步，让民众在吃凤梨时可以大口享用，不怕被刮嘴。好、哦、对，抹盐巴哦，恭喜大家吼、哦，大家拢讲了真好安尼吼，好安尼，确定啊吼，咱来抽奖哈、啊，等一下来抽奖，好，啊时间行到这吼，会当讲呢，今仔日安尼吼，要来甲咱介绍这项呢上新的科技。哦啊、我相信呢，哦，足侪吼，咱的婆婆妈妈，咱的人讲呢，哦，母亲节快到了，吼、哦，爱当讲呢，阮公司就是呢推出吼、哦、这个好礼，吼、哦，就是要咱家阿。咱家呢，咱家婆婆妈妈，哦，查甫买当用啊，吼、哦，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神奇，而且呢是非常的快，效果是非常的快。好的，爱当讲呢，左手右喊，吼、哦，真正左手右喊，所以呢，咱所有呢，咱家女性朋友，母亲节快到了，吼、哦，对咱家己较好诶。好、哦，对我们自己比较好一点点。那当然了，这个好东西一定要把它带回去，好、哦，一定要给它砸回去。啊，当然呢，会当讲呢，即马介绍好物件，吼，啊，左手右喊。
咱，所以呢，咱只阿爸阿母啊，你若准讲要来甲咱南平支持的，要来甲咱斗果摊的，啊是讲呢，要来甲咱呢，斗天茶的，啊是天油的，拢会甲咱敲即通电话，0800-0750-750，咱免付费的电话来甲咱顶杠助文，感谢，谢谢。全国相亲时段，会当讲呢，大家有大家有看到吼，来当讲呢，这么神奇的哦，这个物件安尼吼，今仔日呢，会当讲呢，两中来给咱推出。啊，当然会当讲吼，咱上惊就是安那，来讲呢，岁月的痕迹啦吼，留在我们的脸上，有无？啊，会当讲呢，就是这条纹，啊，这条纹是安那产生的，就是呢，细胞老化。人讲年龄的关系，佮再来加上啊呐，皮肤你若做讲咧较干的，造成咧人讲咧面上哦一寡咧，人讲咧纹路就走出来。佮再来哦，热天到啊，咱上惊就是啊呐，外来的紫外线有无？包括咱的灯光这拢算哦，这拢会去伤害到咧咱的皮肤。哦啊，上重要就是啊呐，胶原蛋白的严重流失掉，这拢会造成讲咧哦，咱只啊一寡咧岁月的痕迹，即个皱纹吼，就是留在了我们的脸。上有无？啊，人讲呢，出门去，人讲呢，见门面，吼、哦，咱面就是咱的上大的门面。所以呢，今仔日吼，会当讲要给咱推出的是啥物货？会当给咱的拉提除皱医美级的明星的，人讲这配方啦，哦，这会当讲吼，你若看到这吼，种无俗。哦、尤其是呢，你也看卖呀，咱的黄金金箔，这当讲呢，伊较早有无？人讲呢，这个埃及艳后就开始咧用这金箔咧保养啊，这要创啥？这要互咱活化肌肤的啦，吼、哦，啊，搁呢积雪草精粹，搁光果甘草，啊，搁呢小麦蛋白，这母菊花精粹，啊，搁呢胶原蛋白精粹，这拢是呢医美级的哦。咱若一听到医美级的有无吼、哦，这个配方吼，咱就知影讲呢，哦，这个物件真正无俗。真正是无俗，安尼每一个配方吼，拢上主要安尼吼，你用了你就知影哦，马上拉提，马上就是除皱。吼、哦，爱当讲你这个配方了后呢，咱就做出什么货？咱的天后级的黄金血丝，佮加上呢，咱的胶原蛋白的精华。爱当讲这要创啥货？这要予咱大家安尼吼，用了到底可以淡化咱的纹路，吼、哦，会当予咱的皮肤恢复呢较早。吼、哦，人讲呢，少年的时阵，迄种嫩肤的，咱张有无？先刷哦，咱个会当呢紧致个拉提，咱上惊就是哪，即、這个皮肤叫老老有无？吼、哦，即、這个老老，啊，咱爱互伊紧致啊，伊紧致伊开始扭起嚟啊，
哦，搁再来吼，人讲咧面上安光恰气，这足重要诶。脸上不要让它暗沉，这有关于什么？人讲咧哦，这运气吼，一定要互伊光生，互伊透亮。搁再来就是呐，补水保湿啦，补水保湿呢，较袂安那纹路走出来。安尼怎样吼？啊，当然咧，这足简单诶哈，这足简单诶，怎么去做保养？很简单。哎，但讲咧拉提除皱，就是咧 DIY 三个步骤。咱只阿爸阿母啊，咱就免讲咧去挖个什么货，有诶吼，咱咧妈妈会去做迄沙龙有无？啊，你要看咧沙龙一道做，爱偌济钱呀、啊？来哦吼，很简单，就是咧喷贴膜。什么叫做喷贴膜？就是先喷，吼、哦，就是咧喷到咧咱咧黄金胶原蛋白精华，来个再来哦吼，搁是打。大熊的咱的血丝拉提线，搁再来就是呢，最后就是安尼轻轻那个抹上去。即卖的产品就是要做给恁看，啊，大家注意看哈。会当讲呢，这一克啊，就是安尼，吼、哦，五罐，吼、哦，咱的胶原蛋白精华液，搁呢一罐呢，咱这个黄金血丝，吼、哦，啊，这内底呢，哦，总共有20条，吼、哦，啊，这非常的珍贵。好、哦，这非常的珍贵哈、哦，爸爸妈妈，这个真的非常的珍贵。哎、啊，但讲哦，咱若要摕这个黄金血丝的时阵哈、哦，咱一定爱保持什么货？手爱好打哈，爱好打哈。好来，啊，我今麦呢做给咱大家看，啊，大家目睭盲呢哦，一镜到底哈、啊，一镜到底啊，你吼、哦、来，啊，哎，但讲哦，大家吼唔盲呢，啊，这当讲做神奇哈，做、哦、神奇的，哇，怎么？来哈，哎，但讲咧非常非常的神奇哈，啊，大家做会看，好，做会来个看哈，好来，啊，咱就轻轻松松咧摕一条出来，好，你要摕一条，啊，是讲要摕两条咧哈，来哦哈，哦来哈，啊，这就是咧咱的黄金血丝，有无？啊，这足珍贵诶，非常的珍贵。哦，啊，你也当讲咧，对答有问咯。咱头一道咧用的时阵吼，咱尽量咧用较粗本的，哦，咱用较粗本的无要紧。哦，啊，我着轻轻松松先抽一条啊出来，哦，先抽一条啊出来，啊，先放在边啊吼，因为这手吼一定爱打哈，手一定爱打吼。阿爸阿母啊吼，恁也当讲咧，哦，恁斟酌看，哦，你譬如讲咧，我顶面有这抬头纹的这，哦，有无吼？会扣颈的这，人讲咧这扣颈绝对袂使，安尼上惊就是哪，这穿刺纹吼，啊你会当咧，我用额头给大家看，吼，啊你就爱甲喷哦蛋，吼，喷上我们的，吼，人讲咧黄金胶原蛋白，一定要喷哦蛋哦，后来啊来。大熊什么货？咱咧黄金血丝，你对答哪有纹路有无？吼，你甲藏的都使啊，吼，你甲藏的，有无？我即马有抬头纹，对不对？抬头纹，你甲藏的。哦、你把它放着，好、哦，啊，你就安尼干磨，好、哦，你就干磨，好、哦，你就给它磨，好、哦，啊，你轻轻松松，好、哦，啊，你就安尼吼，足紧嘞，它的效果非常的快，吼、哦，效果非常的快，你确定啊？你也感觉讲嘞，哦，你这平平，哦，这边嘞平平，为什么？因为嘞主动给你拉提啦，哦，主动给你拉提上去，哦，主动给你拉提，哎、啊，但讲嘞主人。哦，自然伊就吸收落去啊！哦，弯弯转转伊就给吸收落去啊！哦，哦，啊阿爸阿母，你看得无？哦，来哦，会当讲咧，你确定啊？你会感觉讲哦，男品家愈来愈金棍，哦，愈来愈金棍哈！哦，啊，尤其是吼、哦，男品阁有啥物货？有穿刺纹，哦，有穿刺纹，所以吼、哦，我足注重这块，哦，人讲这块爱好光啊！哦，阿爸阿母，你看得无？有没有很透亮？有没有很透亮？爱着家己吼来给你吸收啊，吼、哦！哎呀，我一边按摩吼，啊，大家来，咱来看一下吼，咱只阿爸阿母啊，吼、哦、来给咱做一下见证，来给咱做一下分享。来哦，咱来看麦呀，来谢谢。啊，我秀兰姐，秀兰姐，这当拉皮呀、啊，当拉皮吼，其实按好就掉粉了，不错、啊，真的是很好啦。秀梅姐，神奇功效就是淡粉润肤啊，光彩透亮，没错，是拉皮最好。锦凤姐，这是天后级。也黄金血丝啦，啊，这保湿啊，紧致啦，哈，啊，个润肤啦，光彩透亮啊。那美嘉怡，哎，你好，这个是天后级的黄金血丝胶原蛋白，我觉得很好哎、欸，而且我现在觉得它好像也可以当洗
型就用哦。如果要出去宴客啊，或者是化新娘妆啊，那个都可以派上用场，那整天的精神一定很美。对对，我觉得你们这种很好在哪里，你知道吗？比人家动刀哈，还有动针的还自然，没有风险性哦。那我觉得你们这组哇，真的很好哎，那个鱼尾纹什么都可以拉起，不错。来，慧儿姐你好。来，慧儿姐好。这把真正会金，忙去做迄爱用这种的对，一天内个才较好。来哦吼，阿爸阿母，你有感觉无？我即块安尼吼，本只安尼吼，都有抬头纹有无？即马怎规个拢怎更生起来？吼，啊你若愈甲抹，吼，伊就完完全全甲你做吸收。吼，啊说简单，你只要吼只脑鱼尾纹，咱上惊就是鱼尾纹，吼，夹翅膀啊，吼，啊个即个法令纹有无？你只脑纹咯吼，你就这血丝你甲藏一条啊，吼，你先甲喷落点，啊你甲藏一条啊，藏一条，然后伊就自然吸收，啊你甲变起哩。吼、哦，伊就会呢，慢慢啊，甲你做吸收。所以呢，会当讲，坐咱阿爸阿母啊，吼、哦，这真正是非常的神奇。伫个咱这吼、個，人讲呢，这個、母亲节特别来甲咱推出黄金血丝，咱的胶原蛋白精华组，就是即刻啊啦，吼、哦，这会当讲吼，会当讲呢，要互咱只妈妈，会当讲呢，轻轻松松每天来甲咱做保养，这一刻啊，真正无俗。吼、哦，医美价就是3980块钱，啊，阮有登录的号码伫遮，有无？有看到吼？来，坐坐咱阿爸阿母啊，吼，你只啊，若总共来甲咱卡上线，咱安尼一客啊哦，就是呢，要互咱只阿母啊，你吼，轻轻松松的对你们的尊敬，对咱家辛辛苦苦，咱只阿爸阿母啊，你吼，就是一个尊重。咱的一客啊，你只要卡上线，一客啊，就是呢，尊崇价2980就好啊，你吼，会当讲呢，本来是呢3980块呢。今仔日要予咱只阿爸阿母啊，你吼，会当讲呢，恁拢是呢，阮的贵宾，恁拢是呢，阮的哦尊重的，吼、哦，咱的尊荣，哎、啊，要当予咱只阿爸阿母啊，吼，拢会当轻轻松松来甲做保养。所以，即马一客也是2980，对不对？你今仔日呐，总共有卡上线顶的哦，再注意听哦，只要打上线的，咱今仔日是买一再送一，就是2980哈，2980。所以阿爸阿母啊，即马准备卡电话啊，即马就当卡电话0800060760，会当讲租所有限，租所有限哈。啊，足侪阿母啊讲呢，哦，我想要加买一撮啊，敢会使？可以呀、啊，怎么不可以？人讲呢，轻轻松松每天甲做保养，有无？足金有无？有足金无？来哦，姐姐，咱阿爸阿母啊吼，注意哈！你今仔日若准讲呢，哦，你要来甲咱买两组的话，吼、哦，两组嘛吼，两、哦、组就是呢买二，两 K 啊有无吼、哦？来买二，买二，咱今仔日呢要买二就是送二，对不对？来，姐姐，咱阿爸阿母啊，今仔日买两 K 啊，咱阁送你两 K 啊，同时咱的尊崇价就是5000块，来坐坐，咱阿爸阿母啊，赶紧敲电话，0800060750的电话，咱就甲卡起来哈，租所有限，真正租所有限，吼、哦、啊，所以当讲咧，咱限量20组而已，限量20组而已哈，20组，所以咱只阿母啊吼，咱赶紧来甲咱做订购，尤其是吼，咱只阿爸阿母啊吼，咱真正做辛苦，啊，查甫我哪会当用哦，吼、哦，查甫我哪会当用，对大脑纹路。吼、哦，咱上惊就是安那，即、這个鱼尾纹呐，吼、哦，即、這个鱼尾纹照出来，啊，搁即个法令纹照出来，有无？吼、哦，咱足惊就是安尼，所以不要让岁月的痕迹留在我们的脸上。维尼二奶，我的碧珠姐，好，我的四 K 啊，买四 K 啊，好，买四 K 啊，就是呢，两 K 啊，搁送两 K 啊，哈，准从价5000块哦，直接咱伫个介绍上就甲你收落来哈。好，啊，你电话卖挂哈，来帮我接七线，好，帮我接七线。啊，所以阿爸阿母啊，吼，你若准讲唔忙搁去做医美啊啦，吼，你忙搁去做医美，为虾米？因为呢，咱若准讲要去做医美，还有侵入性的风险哈，侵入性的风险。啊，搁耍了安那，而且吼，你若准讲哦，你做足侪单位医美，你若做了无成功，这面会泛黑，吼，会泛乌，而且会变薄去。吼、哦，会变薄去，所以吼、哦，咱只阿爸阿母，咱轻轻松松，咱就来做保养。这当讲黄金血丝胶原蛋白精华组，今仔日就是买一克啊，搁送一克啊，本正呢，咱两克啊要7960块呢。今仔日会当讲呢，尊崇价2980块钱哈、啊，即卖限量最后
十八组，吼十八组，你要爱恁赶紧敲电话，空八空空空六空七五空的电话紧敲。爱当讲的今仔日是买两克啊，搁送两克啊。本价医美价爱11920元，今仔日尊崇价，予咱大家就是5000哈，5000哦。来，咱只阿爸母电话赶紧敲，赶紧敲。喂，你好，来，阮的龙华大哥。大组的一组吼，大组就是买两克啊，搁送两克啊哈，5000元。哎，龙华大哥，你电话卖挂，吼，电话卖挂，来落线搁顶卡，落线搁顶卡，来限量最后17组尔尔，17组，最后的17组，所以阿爸阿母啊，你啊。帮阿，吼，咱家妈妈，尤其是咱那妈妈庆祝母亲节，吼，庆祝母亲节，这是呢，阮公司呢对咱家伟大的母亲，吼，咱家女性朋友，会当讲呢一个优惠，吼，咱大家呢轻轻松松来给咱做保养。喂，你好，来，阮的新朋友吗？哎，我要那个一盒送一盒的那个。我先试看看，可以吗？哦，可以哈、哦。今仔日就是买一盒再送一盒哦。哎，但讲个医美价就是2980哈，2980哈。啊，你电话卖挂哈，电话卖挂。喂，你好，来，我呢，哦，秀云姐吗？嘿，啊，我要说做，啊，会当动偌久啊？这会当动偌久？你等一下哦，吼，我叫小姐甲你讲吼，因为我才后一线吼，你电话卖挂。好、哦，来，会当讲呢，限量16组，会当讲呢，落线搁顶卡吼。本来我要试啊，恁吼，本来我要试，啊，所以呢，咱若总讲有落线吼，搁顶卡哈，搁顶卡，会当讲呢，黄金血丝胶原蛋白精华组，今仔日就是买一克啊，搁送一克啊，2980呐。阿爸阿母啊，赶紧的，你要爱赶紧抢。限量15组，我足惊恁抢无到的，你敢知影？来，会当讲甲咱只阿爸阿母啊吼，甲你报告一下。人讲咧要安那吼，予咱大家咧面上的纹路，马上吼，你就马上吼，你就是无看到安尼吼，来自。来哦，哎，当讲吼，咱只阿爸阿母啊吼，咱即卖咧，哦，你若准讲来甲咱买，咱一克就是安尼，吼，咱一克就是安尼哈，一克就是呢5支。吼、哦，咱的5支，咱的精华，哦，咱的胶原蛋白精华液，啊，佮有呢，哦，咱一罐，吼、哦，咱一罐的咱这黄金血丝，吼、哦，啊，当然的，这较好，冰箱时啊，咱若准讲要甲做保养，咱的当讲呢，咱的胶原蛋白液，你安尼甲喷，哦。这个味道真的很香啊，真的很香啊！你愈喷有无吼？伊愈金骨，吼愈喷你愈金骨，吼啊！所以呢，咱会当享受着什么？顶级贵妇般的保养。佮刷了，你嘛免需要讲呢，有真侪阿母啊讲呢，哎呦，我打去吼百货公司吼，去款一组，吼，足侪组内底有眼霜，有日霜，有晚霜，吼，足侪罐的安尼吼，瓶瓶罐罐，你若佮用一组落去，阿爸阿母啊。我讲真正诶，你若即组甲款转去了后，你就免阁开遮侪呢瓶瓶罐罐的钱啊啦，轻轻松松，咱就是呢喷打抹甲做保养，啊，咱的优惠的价格，恁来赶紧抢呢，会当讲呢最后抢购中，限量15组，最后的15组，恁买恁来赶紧抢，恁说说恁真正买无？啊，所以呢，咱这阿爸阿母啊，恁若准讲呢，咱这面上的，吼，人讲这皮肤，咱上惊就是哪，失去这弹性，啊，恁若是讲失去这弹性哦，咱两线就凹夹，有无？人就会感觉呢，足操劳的，有无？上惊就是这纹路去予走出来，吼、哦，这个皱纹吼去予走出来，啊，走出来了后呢，人讲这面上就暗沉无光啦，吼、哦，暗沉无光，暗沉无光，咱想啊，看了就是老啦，吼、哦，看了就是老，所以咱这阿爸阿母啊，轻轻松松即。做咱个款的去，好，咱去做个款的黄金血丝胶原蛋白精华组，吼、哦，恁真正也无紧抢，我真正替恁有够紧张，恁若真正抢无，真正有够无彩，会当讲呢，最后。我的广告时间剩1分40几秒，恁要爱的恁赶紧的，一克啊，今仔日呢就是买一克啊，搁送一克啊。咱的医美价本来2克啊是爱呢7960元呢，今仔日会当讲呢，会当讲对咱家的妈妈，对咱家的女性朋友，会当讲呢，恁拢是阮的顶级的，吼，咱讲这会员，所以今仔日呢，尊崇价就是2980，吼，2980。喂，你好，来，阮的新朋友吗？哦，嘿，
一组吼，啊大组、细组，甲阮小姐讲哈。我甲你讲，啊，这无这边的金嘞。诶，金你看卖啊？哦，你愈粉愈金哦，吼、哦。你有看到无，小姐？你有看到无？好、哦，啊，你等一下，我叫小姐甲你接哈。哎，我叫小姐甲你，帮我接七线新朋友。来，姐姐，咱阿爸母啊，你要爱赶紧，最后54秒，互恁抢，最后抢购中。最后的抢购，我限量最后15组，而已，15组。今仔日就是买一客啊，送一客啊，啊买两客啊，搁送两客啊。大组的较会好啦，吼、哦，大组的较会好。尊崇价5000块钱，最后的30秒，最后的30秒，最后的14组，恁要爱的，恁就是赶紧抢，吼、哦，恁就赶紧抢，搜索恁真正买无。啊，当然。这会当讲是呢，人讲呢，医美级的天后级的哦，天后级，每一个吼、哦，咱的身份就是呢，天然草本的，天然草本的，所以阿爸阿母啊，你当安心的做使用。来，最后10秒，我准备要转刷卡，恁电话继续卡，那爱水的赶紧卡啦，来哦，来，咱讲0800-0600-0750的电话赶紧卡，谢谢。清楚不了解的，咱的电话继续卡，0800的电话卡不通的，然后一支咨询的专线，0599-6111的电话卡电话，即摆甲咱做询问哦。啊，最后剩5组哈，最后剩5组，大家爱赶紧来甲咱做把握，新朋友、老主顾拢会当来甲卡，为你好。只要你将我抱
用头家爱杀，有看到无？有看到无？有看到？来，恁电话赶紧搁卡哈，有看到无？有无？啊，有看到无？吼、哦，卡顶啊，搁有迄种烂棒，咱这边搁做伙甲用落，安尼好唔好？来，安尼看有明显无？大姐，吼、哦，咱这婆婆妈妈有无？有明显无？吼、哦？我阁继续吼，啊！恁要爱的吼，爱水的电话阁继续卡哦吼，爱水的电话阁继续卡。哦，人讲咧，这是面子的问题吼，面子的问题。好的，来，啊，即马吼，咱来进行着吼，咱即个健康哈、啊，健康足重要的，对不对？来，今仔日吼，要互咱大家报告一个哦吼，即马呢要来哦，这是呢哦，要请咱大家吼，咱家的好朋友吼来甲咱看，看什么货？这是一个朴素。吼、哦，会当讲呢，哦，来甲咱呢，哦，来甲咱发明诶，吼、哦，一个啊，所以吼、哦，确定啊吼，咱只阿爸母啊，大哥大姐，你着详细看，啊，伊遐有一粒乌点，吼、哦，乌点，你爱注意看哦，吼、哦，你要盯住那个乌点看，啊，当然吼、哦，咱诶健康。吼、哦，你嘛爱注意看，因为确定啊，咱要有奖征答哈，确定啊要有奖征答。好，来导播老师来，请来啊，大家注意看哦，好、哦，大家注意看哈、哦，注意看乌点哈。来哦，阿爸阿母啊，你吼有注意咧看迄个乌点无？吼、哦，这个黑点就是呢，哦，咱这阿姆斯勒方格表啦，吼、哦，啊，为什么呢？要互咱这阿爸阿母啊看这个表，你敢知影？哦，这是呢，咱的瑞士眼科医师吼、哦、马克，哦，咱的阿姆斯勒所设计的，啊，伊用来创啥？用来检测视觉是不是异常？哦，检查你的目睭啦，看你的目睭，吼、哦，敢是异常，尤其是呢黄斑部病变，啊，佮视神经病变的红色，吼、哦、啊，所以呢，每一个看，吼、哦，你盯住那个黑点，每一个看的形体拢无同，吼、哦，拢无同。啊，当然呢，你若准讲歪错去的啦，吼、哦，啊是讲呢有迄落呢断点的这吼、個哦，这种表示讲呢你目睭有退化，你敢知影？所以吼、哦，这目睭吼退化有十大的警讯，吼、哦，第一就是呢目睭会干涩啊，吼、哦，目睭会干涩，啊，第二就是老目油嘛。哦，足侪阿母啊讲咧，哎呦，我目睭安尼擦擦点咧吼，哦，啊，佫再来就是咧，人讲模糊，吼，尤其是咧，哦，暗时啊的时阵，吼，暗时啊的时阵咧，看无啊，吼，看无，啊，佫再来就是安那，有当时啊看着头前吼，哦，后方啊，你敢知影？吼、哦，后方啊咧飞吼、哦，本来是一只，这个只哦，啊，是只蚊啊吼，煞愈来愈大只，啊，有诶，佫一大堆有无？吼、哦，啊，佫再来就是安那黏落啦。这个目睭有无吼？透早爬起来，足接的，真侪时段就是安那，
迄目睭屎膏有无吼？透早的时阵起来安尼吼，啊，着黏掉的，啊，爬袂紧有无？啊，着讲阿孙迄紧的，哎呦，去甲阿公吼，去甲迄面部有无吼？用啊淡，啊，着伫遐湿布。啊，为什么？因为黏掉的嘛。啊，你即马黏掉的时阵吼，就爬袂开，啊，着叫迄吼孙啊。有无吼？就去定摕面布安尼吼，用啊淡有无？湿布一下，较擘开吼。啊，这嘛是呢，目睭退化的警讯哦。佮再来就是异物感啦，感觉吼，特别是呢，目睭就安尼点的点的，啊，无就擦擦安尼有无？吼，啊，佮再来头晕目暗的这吼，眼压过高，目睭拢会感觉安尼涨涨有无？吼，啊，佮呢，目睭吼视力变差，人讲鸡仔肉啊，吼鸡仔肉，吼啊，佮呢畏光。吼、哦，畏光就会流目油哈，阿爸阿母啊，畏光就会流目油吼，看到光吼，啊等你，哦，畏光吼，啊，搁再来看物件，这较严重，吼、哦，你看物件是扭曲的，吼、哦，本来咱咧看物件是安尼正的，有无吼？啊，结果吼、哦，你咧看物件是歪错，吼、哦，迄拢唔对去啊，吼、哦，迄拢无唔对去啊，啊，本正吼，迄物件吼，人讲咧就是咧，你譬如讲这个遥控器，啊，明明就是遮大，结果你看，吼、哦，迄、那个角度。吼、哦，迄、那个跨度拢无同去啊！吼、哦，实际大小拢袂分去啊！吼、哦，你无法当然去发去分讲咧，这物件大还是小啊？吼、哦，这拢是咧目睭退化，人讲咧这警讯。吼、哦、啊，其实吼、哦，咱拢知影讲咧，吼、哦，咱目睭若退化有无？吼、哦，拢爱做保养。吼、哦，咱目睭就是爱做保养，爱补充什么叶黄素啊？吼、哦、啊，这叶黄素到底咧要安怎甲补充？吼、哦，才是正确的。吼、哦、啊，会当讲咧，伫个美国吼，咱、哦、的食品卫生管理署 FDA 这相关的啊，哦，这相关的单位啊，每一日咧，人讲摄取量就是咧六毫克，吼、哦，六毫克，吼、哦，你要食到这个量啊，吼、哦，啊，搁再来哦，吼、哦，爱搁食什么货？爱搁食一种游离型的。为什么要食这个游离型？因为游离型吼、哦。比较较好，咱这人体吼、哦、完完全全来给做吸收，吼、哦、这足重要诶，吼、哦、这足重要诶，吼、哦、啊，搁再来就是你啊长期呀，吼、哦、你啊长期来给咱提肌肉来给咱做补充，因为你敢有可能咧一天无用手机啊，吼、哦、阿爸阿母恁敢有一天讲咧无去看物件，无可能嘛，恁敢有可能咧一天吼无来看电视，还是看电脑，还是看手机啊？无可能。所以咱只要目睭呐，哦，医生嘛咧讲啊，咱只要目睭呐擘开，吼、哦，就是咧放电呐啦，吼、哦，你就是咧放电呐。啊，搁再来就是啊，咱咧做事啦，吼、哦，你啊拄着日头光，哎、欸，日头光嘛伤着咱的目睭呢。尤其是吼、哦，会当讲咧，这日头光内底嘛有蓝光，吼、哦，蓝光哦，你莫讲咧，当作咧日头光无蓝光，日头光内底原来有蓝光哈。吼、哦，啊，佮加上呢，咱电视啦，吼、哦，也是讲呢，即、這个手机啊，即、這个手机啊上食力啦，吼、哦，即、這个手机啊上食力，所以你逐天咧放电，你着也是长期来甲咱做补充，吼、哦，长期来甲咱做补充。啊，当然要哪甲做补充，其实呢，足重要，物件足重要。咱定定知影讲呢，哦，即、這个叶黄素，啊、那叶黄素怎么来？吼、哦，就是爱靠这呢六大金元元素，哦，有金盏花精粹，咱拢知影嘛，有金盏花精粹。哦，啊，搁再来就是呐，桑桑子精粹，哦，搁再来就是海藻虾红素，啊，这要创啥？其实海藻虾红素就是呢，通你的目睭的迷血管啊。咱拢知影讲哦，这目睭的迷血管有无足细条？哦，比迄头前齿搁再细条。哦，啊，你准做吼，你逐天吼，你咧食即个人讲咧，这叶黄素啦，吼，这金盏花啦，桑桑子啦，你若无靠这个海藻虾红素给你拍通的话，你的营养素无法度让安尼进入到你的目睭里内底啊，吼，啊，搁再来咧发明主，发明主是咧创啥？咱拢知影咧，发明主就是咧减压的。你只要目睭若咧涨涨，有无？人讲迄叫做哪？迄叫做咧，即、這个干眼症，干眼症会造成眼压过高啊，吼，啊，你爱靠咧决明子啊哪来改降压。哦，啊不，你一直涨，一直涨的话，会挤压到你的什么视神经？啊，你那视神经啊萎缩了后，吼、哦，目睭都无救啊，吼、哦，目睭都无救啊。啊，估计咱就知影，有无？吼、哦，估计面目啊，吼、哦，这底个呢，人讲的这个中药内底，吼、哦，人讲的估计就是面目。吼、哦，啊，搁再来这项的厉害啊，木鳖果精粹，吼、哦，伊会当咧所有植物当中有无？吼、哦，人讲呢，营养素上该管的。所以呢，这六个配方落去，我讲真紧啊，效果足紧，真的非常的快。
吼、哦、啊，所以呢，嘛有咱的阿母啊吼在讲呢，哦讲哦，恁这物件拢真好呢，吼拢真好。所以呢，咱目睭爱顾啊，人讲溜溜秋秋食对对目睭啊，吼、哦、天重日月啊，人重什么话？两眼呐、啊，咱的两眼呐、啊，准讲无看到的，就安那寸步难行啊。哦，敢那参像什么货？咱着规工有无？你若目睭无看到，着敢那参像嘞暗时啊，电火拢甲禁暗暗，你啊看，啊着用蒙的，用蒙的，吼、哦、啊其实呢，目睭无看到，足无方便嘞，吼、哦、啊所以呢，目睭金，目睭明，有无？咱若要行东往西，拢爱靠一对目睭来甲咱带，哦啊所以爱好好啊来甲咱做保养哦，吼、哦。好来，啊即摆吼，咱着要来吼，咱要来迄落健康的分享安尼吼。来健康的分享有奖征答哦，吼、哦。啊，咱只阿爸阿母啊吼，咱电话爱来甲卡，吼、哦，爱来卡充三会，会当讲来甲咱分享，咱着当抽168抵用金。啊，开奖的时阵闹着奖爱回拨回来，啊，若无着奖呢，每一个月初五日则着要抽大奖，明天就是20号了，吼、哦。好来，会当讲呢，啊，咱阿爸阿母啊，其实吼、哦，你读书啊，闹注意咧看。好、哦，注意咧看，你就知影讲咧，啊，这有奖征答就是这样简单。二来，咱的题目就是啥物货？目睭若退化有对几种的竞争？啊，补充咱的叶黄素振动的好处伫个单位。好、哦，啊来甲咱讲一下哈，来上线哦，上线来卡一线5986111的电话哈，611的电话，咱的新朋友也可以打哦。喂，你好，来，我的慧儿姐。你这目睭哈，嘿，你哪无保养哈？嗯，啊是乌目，啊像我哪下有阵时啊来暗时啊来，我咧看小鸡啊目干呢。哦，对，伊的鸡啊目，啊第二就是我像我像我帮啊哈呢吼，乌目啊拢小时你目睭咧走。哦，迄叫做飞蚊症呐。嘿，飞蚊症对。嘿，啊，为什么？啊，不过我的目睭吼，我拢食。食足久啊！好好好！我目睭像我安尼，我足金呢。足金嘛，好，你咧算钱足厉害呀！嘿，你遐足金，啊，人讲啥会流目屎、割腮，我拢袂。好，对。你连我目睭个食袂歹。袂歹吼。袂歹。好，医生讲我目睭足好。足好吼，哦，像你安。伊咧我看哦，伊无咧咧看，有咧有咧去给医生检查哦，啊，伊咧外看看那个右手、下手拢安尼变哦，我用100分。哦。哎呀、啊，好棒！我目睭70岁，啊，恁目睭安算足金嘛？哦，足金吗？真正的爱保养啊，真正爱保养啊。尤其是你咧看，尤其是你咧看白机的时候，不啦，足准的，足准的。哎呀，嘿，真正爱食啦。对啦，啊，尤其是哦，阮的慧儿姐跟我咧做生意，目睭爱金嘛。哎、欸，我目睭足金嘛。对。好，谢谢阮的慧儿姐哦，吼，讲了真好哦，吼，谢谢你。来，喂，你好，来，我的医生姐。哎，你好了。来，嘿，那的医生姐，我们眼睛退化会有哪些症状呢？会眼睛干涩啊。哦，对。白白油啊，模糊啊。嘿。哎呀，那个，就黏膜分泌物啊。哦，对，黏膜啦，吼。哎，个异物感啊，还有头晕、眼压高啊，视力变差。哦，对。畏光。对，畏光就会流眼泪。对啊，嘿呀、啊，好、哦、啊你知道吗？补充叶黄素振动有哪些好处吗？好处哦，嗯，比如说眼睛会看得更明亮，清楚啊，嘿，更清楚，嘿，嗯，嘿，看近看远呐、啊，吼，啊是讲咧，咱的有咱的阿姐有吼，你讲有无？吼，头先有一只蚊啊，伫啊，即马拢无看，拢无啊，拢无看到啊。哦，就是没有看见了。哎呀，真的变得很明亮啊！对啊，所以呢，咱的目睭会当呢哦，早早来给咱恢复，尤其是啊，伊这种像迄金盏花啊、三桑子啊，还有海藻、虾红素，哈、哦，决明子迄拢是过目睭啊。哦，对，枸杞啊，还有木贝果。哦，对，有六大金亮元素。对，过目睭诶。嗯，对，虾红素那些。对，精粹，嘿，对，谢谢我的义珍姐哦，哈，说的非常的好，谢谢你哦，哈，谢谢哈，好，谢谢，感恩你。喂，你好，来，我的黄姐。喂，目睭无好哦，都爱看人爱模糊啦，哦，嘿，啊，老没油啊，嘿，啊，咧提红眼呐，哎呀，哦，对呢，啊，就爱食啥货，你敢知影？食啥货？啊，你这是那种美国。食品美国食品卫生的管理员哈、哦，嗯，哎呀，
啊，金盏花啦。好、哦，金盏花、哦、嘿。茄栗子啊。嘿。乌鸡啦。嗯。哦，海草虾红素啦。嘿嘿嘿。哎，台湾国语啦。嘿呀、啊，马紧，哦，安尼偌亲切嘞。啦，安尼啦。好、哦，对。啊，这六大成分哦，种也袂歹啊。对啊，六大成分拢是咧顾目睭的。对啊，啊，无目睭我即摆足酸嘞。安尼哦，安尼足无方便呢。哦，你唔知影怪怪啊，老啊啦。对，啊，所以爱保养啊。对啊。系啊，就是拢安尼看得较好啊。对，啊，咱来赶紧做保养哦，吼，啊，无会愈来愈酥哦，吼。啊。好，谢谢你，谢谢。喂，阿华，阿华，咱线搁顶看阿华。我这个阿华哦，来哦吼，咱这个好朋友吼，咱的5986111的电话啦，落线搁顶卡，吼落线搁顶卡。其实吼，目睭退化吼有真济吼，咱这症状啦，吼人讲嘞畏光老目油，吼啊，搁再来就是嘞，喂你好来，我呢哦玉如，我呢阿华吗？是啦。玉如姐，嘿，对嘿来玉如姐，你讲一下来，目睭退化有啥物症状？目睭退化，诶，老目油啊，老目油吼，嘿，雾雾啊，嘿，我雾雾啊，迄个脸无看做，把它看做脸雾，把它看做脸雾啊，对啊，嘿啊，对啊，爱食伊济啊，爱食伊济啦吼，对，嘿啊，迄有啊，金盏花萃取的啦，嗯，山山石萃取啦，木鳖果啦，好，哦，海藻啦，虾红素啦，哦，对，爱食济啦，我买几落克下去啊，安尼吼，嘿啊。嗯，啊，食了安怎？哦，差真多，差真多吼。嗯嗯嗯，目睭较变嘞，毛毛生色，老目油对不？嘿嘿，对，对吼。晶晶，嘿。嗯，对。好，谢谢我的玉如姐啊哈，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喂，阿华，你搁落线，搁顶卡啦，我阿华，阿华，紧嘞，紧卡起来啦，嘿，紧卡起来，咱的中心。喂，中心。喂，嘿，咱的眼睛退化有哪些症状呢？目屎沟啊。哦，了目屎沟哈，嘿。目屎油啊呢。哦，目屎油啊呢吼，啊，你敢有这个症状？无咧。无吼，安尼表示讲你目睭阁袂歹，啊，唔该提早做保养，吼、嗯哦。好，谢谢咱的中心哦，啊，给你写起来哈。好，谢谢你。喂，你好来，我呢阿华哦。对，有啊！你跋几啊刀吼？跋只几刀啊？有啊！我甲你扶，甲你扶起来，嘿。哎呀，哎，王师傅，我食，你呢嘛食足多，食啊目睭嘛足金嘞。足金吼！啊，你进前是因为安怎较食济？无啊，我家己家老啊，目睭嘛小块，无安那味。哦，我点袂汤会落去啊。啊，你也来，你也跋啊，看做脸无味啊？没啦，哦，不会啦，吼。就今麦称了外好食，直接甲入去啊。哦，啊，今麦嘞，你今麦食了到底安怎？袂歹啊。袂歹吼。哎呀。嘿呀，啊，佫继续来甲做保养落去哦，吼。对啊。吼。爱食落去啊，爱佫做食。对。哎哈。嘿，哎呀，好，感谢阮阿华哦，吼，好，谢谢阮阿华，吼，阮阿华吼，爱保养哦，好势，好，吼，好，谢谢安尼嘿，因为咱阿华吼，拢有时间去，伊来人讲嘞，游览个进香安尼吼，好来，谢谢安尼吼，啊，咱嘞，伊个，蓝巴健康站吼，咱嘞有奖征答吼，甲咱大家做分享啦吼，目睭退化有对几种的竞争，其实吼，你若有遮个竞争，咱都爱注意啊哦，吼。就是表示讲咧，你目睭咧当咧退化当中，吼、哦，毛毛生些老目油吼，爱当讲有当时啊吼，目屎膏安尼吼，黏落安尼吼，这拢是呢，啊，咱目睭退化吼，你甲你做警告，讲哦，救命啊，我目睭吼当咧退化，你啊搞做保养，吼、哦、啊，所以呢，会当讲会当靠上金盏花。好，山桑子啊，个海藻呢，咱的虾红素，个决明子，哈，个枸杞，哈，个木鳖果，哈，这六大成分呐。哦，拢真好，吼、哦，这拢会当讲对目睭，吼，拢会当讲来保养，真的是非常好的配方。哦，来好，那爱当讲呢，我的有奖征答到家哦，吼、哦，啊，当然呢，确定啊，吼，咱特别来抽奖哦，今天好多人哦，吼、哦，真的安尼哦。好来，啊，到这个时阵呢，娘娘吼，大家做吉他就是啥物货，吉他我唱歌嘛，吼、哦。
我的心月姐说吼，我男朋友说一句吼，就是特懂的，这样真正，嗯，他说吼，我人爱有自信，吼，我人爱有自信，当然哦，自信的女人是最漂亮的，你去看一下，你去看一下，有无？自信的女人有无？吼，头家吼，佮笨啊淡的吼，来，头家吼，咱就佮用啊较粗笨的吼，来好。啊，甲顶啊这边吼，搁有烂汤的时阵，咱搁来用这边吼。好来，好来，啊，即摆吼，咱就要来唱歌，啊，唱歌安怎？哎，记甲我按赞哦，阿爸母啊，咱下当讲一条歌了吼，咱就要来进行新的单元，台湾话解趣味哈。哟，来，啊，我要来唱这条叫做呢，人讲呢，趁早，趁早，趁早啦，嘿啦，趁早啦吼。国语的，国语的，国语的，嘿，我最少咧唱迄个国语的，国语的吼。好，人嘿，啊会记得按赞哦，按赞的专线是5981133。啊，你人无试哦，你敢知？你要甲我试落去，爱甲我试落去，知无？试电话号码，毋是甲我试落去，试电话号码，甲我加油，知吼？好，来安排这首呢，咱的探赞。好，来，谢谢，来音乐好落去。啊，一条歌的时间，咱特别回来哦，哈！啊，这个时间，恁会当去啉一下茶，哈，放一下就啊，搁回来哦。哟，啊，恁爱搞我按赞哦，一定爱按赞哦，无爱感觉讲我做寂寞、做孤单的。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话，你总是要我在你身旁，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要是我早可以可有你一刀两断，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总为你忐忑，为你心软，毕竟相爱一场，不要谁心里带着伤。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趁早，我们要非要一起到老。我可以不论关切，继续为爱讨好，冷眼骄傲，若有情太难了，想别离要趁早，就算迷恋你的拥抱，忘了就好。来，感谢我的中人中心，啊，对，我的慧和姐，我的丽珍姐，我的黄姐，我的大红姑，我的秀凤姐，感谢你的支持鼓励，感谢我的黄姐，感谢我的小云姐，感谢我的星月姐。谢谢你，我的一珍姐，我的小云姐，谢谢你哦。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总为你忐忑，为你心软，毕竟相爱一场，不要谁心里带着伤。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如果你不想要，想退趁早，我们要非要一起到老。我可问不问感觉，
继续为爱祷告，冷眼的看着你的骄傲。若有情太难了，想见你要趁早，就算迷恋你的拥抱，忘了就告。爱一直是怎样的说法，都能成为理由。我在这样的爱情里看见的是男人的软弱，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趁早，我没有非要继续为爱祷告，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若有情太难了，想别离要趁早，就算迷恋你的拥抱，忘了就告，忘了就告。的雅思姐感谢感谢我们义珍姐，大家都这样给我们支持鼓励，谢谢你。来，我们的黄姐，谢谢谢谢，感谢我们这些大姐这样给我们打破来给我们鼓励。事实上啦，事实上我们这班点一个不对去，点一个快办的去。我们本来说要唱一下比较有感觉的，你敢知道？因为你如果比较慢的有没有在换气比较好玩，你敢知道？点到一个快办的去死人，真的。不过呢，这条歌唱完了，我感觉我还是唱台语的就好了，这样你就唱台语。好，来，时间行到这啦，对不对？我有讲过啊，你吼，后壁一定爱来创一个吼，互咱大家吼较熟悉的单元，来叫做台湾话解趣味啦。那我为什么安尼吼？为什么要推出这个单元？其实吼，咱讲正经的吼，其实咱拢讲咧台湾话，啊，毋过呢，即摆囡仔拢无啥会晓讲咧，人讲这個台湾话，吼啊，所以呢，吼，咱去回味一下，吼，包括咧，咱若总讲国语，有无讲了？哦，上久啊，甲囡仔哦，尤其我啦吼，我讲诶，我甲囡仔吼讲国语嘛，讲足久诶，你敢知影吼？啊，讲了了后，你敢知影？怎落尾唱一挂台语拢袂记了了了？吼，真正咱家己诶母语拢袂记了了。吼啊，所以呢，会当讲呢，咱来甲咱进行咱诶台湾话解趣味。啊，当然哦，吼，这嘛要甲咱大家来甲咱做一个互动哦。啊，所以呢，确定啊，吼，咱的题目若出来的时阵，咱的互动专线你也甲卡5986111的电话，吼，来甲卡。好，来，来，咱的题目好出来哈，来，来，这两字叫做什么话呢？来，这两字的台湾话安哪讲？来哦，吼，上线互动，咱特别抽1688抵用金。啊，开奖的时阵，若有得奖吼，爱回拨转来。啊，若无得奖，每一个月初五日再，咱特别抽大奖。吼，来哦，吼，那个呢，有边读边没边读，读中间，你当直接甲翻呐。吼，你当直接甲翻，不要紧啊嘞。吼，来，这两字的台湾话要安怎讲？我连这都讲安怎讲？吼，我是台湾话。二来5986111的电话哦，吼，来哦，来哦。我准哥哥来啊，哈，来准哥哥，叫醋蚕，醋蚕是国语的醋蚕，今晚要念台语的醋蚕，醋对啦，醋蚕来啦，台语的啦，搭顶，搭顶哦，哦搭顶呢，好，安尼甲你写起来哈。醋蚕，我真正来问你，我甲你写起来，喂你好来，喂你，嘿、hey, ，我的玉露姐。嘿，这两字叫什么？啊，伊可能讲搭顶，搭顶哦。哦，恁较会熬啊，真正呀，恁个也熬啊。啊，叫搭顶吼。有有。啊，他昨下准哥哥讲出产，我真正是哦。他们国语啊。老师，有啦。好，安尼我甲你写起来哈。好好好。好，来，谢谢，感恩。喂，你好，来，我的苏龙姐。
我当讲搭定啊。搭定哦。对啊。哦，阿大哥看阿搞啦。我本来想无，伊今日讲搭定，我讲我当。你也当耳顺哥哥啊，助产。助产对。搭定。哎，搭定啊吼。好，谢谢，安尼甲你写起来哦，吼。好，谢谢。喂，你好，来。嘿，咱的小云姐。哦 ，no touch。no touch 哦。哦，就是比较容易 no touch 啊。哦，就是莫搞叮当掉啦吼。哎呀，莫搞叮当掉安尼吼，来 no touch 好。看哪边 no touch。哦好，安尼给你写起来哦哈。好，谢谢你，谢谢。喂，你好来。哎，你好。来，我的玉珍姐。客厅，客待定。待定哟。定诶。啊，恁看阿搞啦。啊，演技是客厅嘛？哦，对对对，哦，客厅，哦，对对对对，真的诶。哎呀，啊，你也当讲呢，助产，然后我听着做爱笑。咱的郑哥哥真正做趣味，好，赶紧写起来哦，哈。谢谢。好，谢谢你，谢谢啊，你好，喂，林二奶。哎呦，我的灰儿子。这卖搭钱啦。卖搁搭钱呀，吼。嘿嘿。真正有影啊，你吼。哎。好好来，赶紧写起来哈。好来，谢谢你。来哦，我的哦，素月姐，你真久无来啊呢。都在看呐、啊，都在看哦，谢谢你哦，哈，嗯，嘿，这大饼，大饼哈，对呀、啊，哇，你们都好厉害哦，怎么那么强啊？如果打电话，小孩子会抢电话，所以都不敢打。哦，哦是哦，啊，尽量给他打上来啊，你小小声的说。哦，小小声的说，哦，好久没有见到你了呢，嗯啊、好想你哦，我，嗯，好想你哦，嗯，对啊，非常的想你哦，哈，啊，快点来耶哦，哈，好，好，谢谢你，我的素月姐，谢谢，感恩你哦，哈，好，好来，谢谢哦，哈，来啊，中心，中心，中心了，中心，得定呀，得定哦，啊，你也知哦，你这少年人，你也知哦，对啊。啊，你哦，啊，较敖啦，吼，啊，有够厉害，啊，甲你写起来哦，哈，好，谢谢你哦，哈，忠心，谢谢，我忠心作乖耶，来，我的黄姐，喂，啊，这两日叫哪？兔子，啥？啊，叫啊，兔子是台语的，讲兔兔兔子。哦，兔顶，哈哈哈，兔顶。我听你讲话讲兔顶，嗯。哦，迄个搭搭搭顶啊，哎，搭顶啊，嘿啊。哎、欸，阿弟食番茄叫做醋顶的对哦，吼。啊，我咧讲较乖，迄个阿讲醋顶。啊，醋顶，醋顶呢？啊，你会当学迄种迄落啊，种哥哥伊起来讲醋蚕。啊，醋蚕的醋啊，醋顶啊。哦，我听着都爱笑，你敢知影？好，来，谢谢哦，吼，啊，甲你声起来，来，谢谢。来，最后一通啦，吼，来，我的中人。这个搭顶啊。搭顶哦，哦，恁凯拢知呀。系啊，系啊，好，啊，甲恁写起来哦，哈，咱的中人哈，谢谢你哦，哈，好来，哎，但讲哦，咱来看咧，咱的老师安怎讲啦，哈，正确的读音哈，这嘛，唔，咱嘛唔知，啊，就听咱这老师哈安怎讲哦，来看，搭钱，台语安尼写，搭钱，华语的纠缠麻烦，台语讲搭钱，对方唔愿耍，一直搭钱找麻烦，何以是正困扰？对。你若要甲人扯，就扯好你，莫安尼一直甲人搭甜，对双方拢无好处。搭甜甲圆甜甲牵甜，拢是差不多的意思，拢、哦、是勾勾甜，纠缠不清。啊，搭甜的搭，着搭，有一句俗语，马戏卡有时卖着搭。哦，着搭就是失足踉跄，就是咧讲强者，嘛难免有拄着挫败的时阵，也就是讲。开达财产宽细，有时阵嘛袂考虑。搭电的搭，相搭，吵架斗嘴，因迄对翁仔某不时都咧相搭。过、哦、来稳搭搭，就是稳当，就是妥当可靠。你放心，这件代志交代给我，绝对是稳搭搭。今仔日的代志是搭电，实在真趣味。来，谢谢啊，你好，啊，咱就知影讲咧，哦，原来这搭。有无吼？伊个用伊个用法嘛真多呢，吼、哦。系啊，人讲温达达有无吼？温达达就表示特懂个呀，吼、哦、特懂个安尼吼。啊，非常感谢哦吼，咱家大哥大姐哇，好棒好棒安尼吼，大家安尼吼足踊跃个吼，非常的棒。
啊，当然吼，每一天吼，咱都会进行着呢。咱这台湾话解趣味哈，台湾话解趣味吼，这单元啊，今仔日会当讲呢，第一天来给咱推出感谢吼，咱全国乡亲是大人吼，会当讲来给咱参悟哦。啊，每天哦，我们就是三个单元来，一张号出来来哦。啊，所以呢，咱阿爸母啊，然后这是阮公司的心意啦吼，阮的公司的心意，你每一个单元来给咱的上线。好，上线啊！来跟咱做互动的话，吼，我们都可以抽168抵用金哦，吼！每趟上线互动，咱就抽168抵用金。啊，你当讲的新闻吼互动，咱就抽168。好啊，健康的互动，咱嘛咱抽168。啊，台语有无？人讲的台湾话解趣味吼互动，咱嘛是当抽168。好，就是呢进行着三个单元，吼，啊，也当讲邀请咱全国乡亲时段每一天上线来跟咱做互动哦，吼。啊，当然吼。你若准讲有抽到168抵用金的好朋友，咱会当累积六合并来给咱做使用哦。譬如说呢，你张呢，哦，你有得一张，哦，啊，你今仔搁得一张，安尼就两张了嘛，吼，两张。啊，你若准讲今仔看到呢，你喜欢的物件，你可以做两张一起使用。好啊，所以这叫做呢合并使用。好啊，当然吼嘛，直接来给咱大家做一个报告，就是讲呢，你的抵用金。好，你的抵用券，你会当保留期限是一个月，好一个月。譬如讲，你今仔日有着呢，咱的抵用金，好168抵用金，好，你伫个后个月，好，就是冬刚5月19号，我那赶快当做使用。按讲呢，5月20，咱就袂当做使用啊，哈，5月20号就不能做使用，因为已经呢超过日期啊，哈。所以伫遮来甲咱做一个报告，啊，当然呢，无限任何商品拢会当来甲咱做抵扣，好，会当甲做折扣，好，啊，当然啦，吼，一张、两张、三张、四张、五张，你都可以一起甲伊做折扣。啊，伫阮的公司是无限任何商品，你拢会当做抵，拢会当呢，哦，可以做折抵，好，诶，这折抵的待遇叫做呢折抵，唔是，吼，就是抵扣。哦，人安尼讲安尼吼，你都可以把它折抵掉，吼、哦，就是呢，无限任何商品你拢会当甲赌。阮店人嘛讲爱讲赌，袂使用扣的，吼、哦，讲用赌，你就会当甲来甲摕来甲赌。嘿，你若有两张，你就会当摕两张来赌；你若有三张，你就会当摕三张来赌。哦，你若愈侪张赌愈侪的，安尼知影吼？我讲的是呢，赌这个折抵现金，然后折抵这个价钱哈。二来啊，无限任何商品哦，吼，包括着呢，咱今仔日所介绍的，吼，也是讲呢买，吼，也是讲带，也是讲呢食的、啉的，也是讲呢咱的保健食品、营养食品，吼，都可以来给咱做抵扣。哦，阿弟家来给咱做一个报告，吼，来给咱做一个报告。啊，若无清楚、无了解的，吼，咱拢会当看咱的客服专线，这个电话足重要，所以大家一定爱家记起来，5980020的电话，吼，这是呢咱公司的代表，哈。外观区的好朋友，请记得要加06哦，吼，爱加06。哦，一定要加06。啊，当然吼，这个电话你家记起来，你要找任何所有的主持人都可以。啊，是讲你要来询问讲呢，哦，咱的商品当时呢要到位吼，到恁遐吼，只猫吼，你讲啊，这个猫吼已经走到对啊，你也可以来做询问。哦，啊，当然呢，啊是讲呢，咱的商品吼无清楚、无了解，伫个使用方面，你要来甲咱做询问都可以，都可以。啊，上主要吼是惊你呢。无卡入来吼，阮会当讲呢，阮每一个吼，阮的客服人员我会讲拢过境的，哦，真正过境，电话接起，啊喂，哈，黄音出谷的声音，迄外表无重要，我讲真个外表无重要，做客服最重要就是迄个声啦，哦，迄个声一定爱过境过，经啥物货，黄音出谷的声，所以你若准讲敲电话来有无安鸟的吼，敢若吼，你若听到你的电话，哈、哦，你心情你怎欢喜起来？哦，啊，每一个吼拢会当讲咧，经过阮公司严格挑选声啦。声啦，有啦，声音啦，吼，啊，所以以声相许哦，不，以声音吼来给咱做服务啦，嘿，做服务，好，好，啊，来当讲即阵啊，吼，听咱这大姐安尼吼，对外耳朵非常的感谢感恩，吼，这当讲是难品吼，会当讲呢，哦，感谢咱这大姐安尼吼，受到恁的肯定啦，吼，受到恁的肯定，啊，佫有一挂大哥，伊讲呢，哦，你报新闻真正赞的，吼，伊讲呢。透死人嘛，毋捌看到迄查某吼咧
报新闻是报这个形啊，不，我讲我足正经咧报新闻，你敢知影？伊讲吼，真正吼足济吼，咱讲咧这主播吼，这主持人吼咧报新闻吼，拢是咧安尼。我嘛唔知道，迄是大哥讲，已经两三个大哥吼安尼讲的安尼吼。他说你喜欢我报新闻，啊，就当然吼，恁无嫌嘛吼，恁真正无嫌。啊，每一天吼，我就是找那跟我们相关的吼，咱的生活的吼知识的吼，啊一寡呢咱的知识吼，跟咱大家来跟咱做分享。啊，个呢人讲呢，秀才不出门吼，就是能知天下事啦吼。你譬如讲呢，我若无报的话。好、哦、咱当时要看到迄阵新闻讲咧新的病毒株，好、哦、我昨看到哦，赶紧把这个消息给咱大家做报告，好、哦、咱大家提早来给咱做提防啊，哦对不对？好，爱当讲咧吼，大家吼、哦、今仔日吼，若准讲咧小家的物件无清楚、无了解吼，即卖吼会当讲准备要落线，好、哦、啊落线就是服务的开始嘛吼、哦，服务的开始就是咧等咱大家电话5980020的电话，哎、欸、你今仔开无甲我动啊？我讲安尼，你开无甲我动啊？我讲咧准备要落线，来哦无啦，要无奖啊啦！啊明仔载就是二十啊哈，二十啊吼。那平常时啊吼，然后参与着咱单元的分享的吼，明仔载一定要准时收看，明仔载要抽大奖啊哈！终于明天要抽大奖，啊明仔载嘛初一啦呢。哦，即马就初一啦呢吼，老的啊，明仔载爱食素，哈，今即马爱食素哈。来吼、哦，我原来有数的吼，你也无清楚、无了解，人敲电话来。啊，无要甲你讲吼，要甲大家报告有无吼？你若用迄一杯茶吼，啊，淡落气的迄有无吼？我呢阿姐吼讲呢，俄罗斯得志，我呢新月姐俄罗斯得志嘿，嘿吼，赶紧的哈，紧手落肚，最后吼全部会做，我甲你报告一下，嘿吼。啊，无到时你啊电话，到时讲啊，甲要无回。欸、我先跟你说我有跟你说啊你说说你不能买吗哈还要配合音乐哦你不要早说的气死人你也很早放的我说这么多话但你没声的你也差不多的来吼、哦哦、肢体障碍来啊我这放吼就是两个啦吼两个啊你看大家卖见怪你如果吼这张吼来哎、欸，我今仔就无现啦，因为今仔这趟真是要哪现啦，足济人，要哪现，好来吼，啊来剩咧只吼，咱就是甲保留起來，明仔就要抽大奖，啊，就恭喜这两位，哎，卡起来哦，卡起来哦吼，系啊，唔是卡恁家的电话哈，嘛卡好歹，要卡电话号码起来，来恭喜吼，来吼，哎呦，哎呦，哎呦，来恭喜着阮的俊哥哥。嘿，阿哥，我的医生姐来，嘿，助产来，助产，进来电话给卡起来，助产，哎呀，讲助产，来5980020的电话，来598，不是0020，598611啦，来电话给卡起来，来，哎、欸，俊哥哥，助产，好好，恭喜你，阿、啊、哥你写起来哈。好来谢谢啊你好谢谢我的啊我的俊哥哥啊你好来有我的俊哥哥我都感觉吼因兜迄本册啊你好我足喜欢的因为包因兜迄本册吼足大本足厚足好的啊你好来我的医生姐哦赶紧啊卡起来啊那啊时间来讲讲吼咱这57分哦57分了啊你好准备呢要来甲咱做落山动作。哦，准备要来甲咱做落山动作，啊，当然啦吼，确定啊，阁有呢，咱真精彩节目，吼、哦、啊，大家呢，我那继续来甲咱哦，甲咱做欣赏。医生姐，恭喜你！谢谢你，谢谢你啊！你啊，赶紧下起来哦，哈！谢谢，好，谢谢，感恩你，谢谢啊！你好，赶紧下起来啊！你好，啊，当然啦，哈！会当讲咧，每一工吼，就是咧，11点到1点吼，南平我来甲咱做主持，哈、哦，我做主持，啊，当然咧，会当讲咧，一个人主持吼。即阵嘛，就是有咱家大姐啦吼，跟了咱家大哥安尼吼来给咱的鼓励。我是说真的，当然有恁的鼓励，然后增加我武汉的信心。吼、哦，是真的是这样子吼。啊，当然呢，唱衰的也有啦。吼、哦，给咱唱衰嘛有啊，吼、哦、也是有啊。但是吼、哦，咱的人就是安那，越挫越勇。吼、哦，我的人是越挫越勇。当然吼、哦，会当讲嘛是有讲啊吼、哦，我就看你自己一个人怎么做。哦、看你自己一个人怎么做。好的，爱当讲的这句话嘛是咱的动力啦。吼、哦，咱
当然咱做人就是安那转念，吼，就是转个念。好，咱就是转个念啊，然后当然这句话就是咱的动力啊，好，对不对？好的，啊，每一天吼，拢有咱的大姐、咱的大哥吼，拢会打电话给我加油打气，非常的开心。当然了，每天呢十一点到一点吼，诚挚的邀请，好，邀请全国的哦，咱那家乡亲时代来跟咱做形象。啊，当然，阮更加拍拼哈，阮更加拍拼。啊，当然讲呢，哦，咱上好的物件介绍咱大家，好。介绍我们大家，好的，爱当讲吼，今仔真感谢吼，就是咱这大哥大姐来给咱欣赏啦吼，啊，还有呢，阮的导播老师，哦，啊，还有呢，阮的行政小姐，他们每一个都非常的辛苦，啊，感谢我家己吼，那啊，今仔大家拢讲，哦，你穿安尼足水啊呢吼，是的，我感觉我足白。做病，对，做病啦，有啦，啊，你坐的时阵做病的啦，好无？好来，爱当讲吼，最后伫只吼代表啊，等呢，阮的台湾艺术电视台全体工作人员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还甲平安大赚钱来哦。刷卡跟咱大家相会哈，598-0020的电话，谢谢，等大家的电话，谢谢。